好，现在开始开会哦。我们今天委员会举行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第二场的公听会。那么，因为我们在4月21日啊，那么审查民进党党团所提的这个法案，因为牵涉比较广，所以呢，委员会希望呢来举办四场的公听会。那今天是由我主持的第二场，我们接下来会有我们另外一位招委啊林维洲委员。他接下来会再举行两场，我们希望能够听听社会各界的意见，我们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我们希望听到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怎么样解决这个历史问题啊的不同的这个意见啊，所以我们希望在荣获这个发言的各位啊意见有所不同啊，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互相的尊重啊，因为每一个声音每一个不同的立场发出来的意见呢、啊，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珍贵。好，我们现在先来介绍现在出席的学者专家。那么我们今天总共呢有14位，但是会陆续到场啊。我们会照着各位签到的顺序来邀请各位发言。我现在就照各位签到顺序来一一介绍。那么后续到场的贵宾，我们会做补充的介绍。我们首先介绍50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进会张英爵总干事，欢迎。第二位介绍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学系谢若兰教授。第三位介绍华范大学哲学系龚维正教授。接下来介绍东吴大学哲学系陈瑶华教授。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郭素珍女士，中国文化大学法律学系吴盈德教授，东吴大学法学院暨法律学系陈清秀教授，欢迎。好，我们接下来其他的这个学者专家到场，我们会补充介绍，然后介绍。列席政府机关代表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啊，代表行政院是行政院综合业务处严希林处长，法务部法制司宋文宏检察官，司法院民事厅陈立玲法官，财产部国有财产署陈美芳组长，国产署张义兴副组长，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黄淑瑜专门委员，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邓美容专门委员，人事处叶雪梅专门委员，国发会社会发展处张富林专门委员，档案国家档案局征集组许长世副组长，应用服务组石璞副组长，内政部民政司刘立芳专门委员，地政司陈杰忠专门委员，总统府第一局蔡梅丽专门委员，中正纪念堂管理处林慧芳处长，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王义群主任，国史馆何志林副馆长，监察院司法及预政委员会王增华主任秘书，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编组人力处陈雅玲检任视察，全序部法规司谢盈龙检任视察，国防部法律事务司人权保障处军法官陈振龙上校，国防部政务办公室文书档案处资料管理官蔡振守上校，卫生福利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司严中汉专门委员，行政院主计处公务预算处陈信敏专门委员，原住民族委员会钟兴华副主任委员，财产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廖继斌执行长。好，以下来介绍现在在现场的本院委员哦，是我们这个郑天才委员哦，代表原住民的郑天才委员，欢迎。郑天才委员也提供了一份他提案的这个原住民族促进转型正义恢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条例草案哦。那么各位的桌上有，好，各位桌上都有啊，请各位参考哈、啊。我们也会列入这个记录啊，刊登公报。好。这个邀请各位发言之前呢、啊，我对今天的这个会议进行有几点说明啊。那么我们请邀请学者专家跟相关团体代表来先发言，
发言顺序会依签到先后次序，如果需要提前发言，请先告知主席台，我们会予以调整啊。好，那么本院的委员啊，因为我本人主持公听会，我们一向把本院委员的发言呢、啊、放在最后面。那么如果经过几轮的发言，如果还有时间，我们才会依我们本院委员在场的先后顺序来邀请发言。那如果公听会进行到最后结束，那么各位的这个发言呢、啊，没有留下其他的空，这个多余的时间，我们本院的委员就不会有时间发言了。我们主要是各位的发言是供本院委员在制定法律的时候的参考，所以以各位学者专家的发言跟相关机关的回应啊，为我们今天公听会进行的主体。好，那么在第一轮发言完之后，我们每一位啊会给在各位在第一轮有十分钟的时间。第一轮发言完之后，如果有指定相关机关回应或者相关机关这个想要回应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机关单位代表回应的时间会给各位时间来回应。然后我们如果还有时间会进行第二轮的发言。那么我们今天发言每一位第一轮每一位发言的时间是八分钟啊，请各位这个把握有限的时间。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啊，非常不好意思，必须在12点准时结束啊，因为我在12点还有另外一个会议必须要参加哦，这点先跟大家这个致歉。好，我还有没有哪一个没有说明到？好，好，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会进行第二轮的发言哈。好，我们现在先请这个专家学者发言，我们照签到的先后顺序。首先邀请50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进会张总干事发言，时间八分钟。我们张英爵总干事。主席、段委员、各委员，今天参加这个贵宾，很抱歉，我刚刚才知道说我要第一个发言，我没有一个心理准备，很抱歉。啊、是不是我先让给？如果您可以调整，您想要调整顺序也可以，我们不晓得第二位，您要调整到第几位？第三位好。第三位哈，好，那如果本来第二位的这个谢若兰教授，您可以第一位发言吗？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谢教授发言之后呢，我们会请华范大学的龚维正教授发言，请准备。啊，主席以及在场的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想今天最主要在这边。先是要肯定啊、这个民进党党团提出来这样的一个促进转型正义的条例的草案，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草案之后，有很多的部分是需要加进去的，包括我们提出来的这个档案这个条例呢草案，并没有把原住民族给涵括进去，那所以。我想民进党党团这边也从善如流，在我们的一些原住民族的朋友的呼吁之下，也加入了我们的声音。那所以今天各位也在手上看到了，由郑天才委员也提了一个案子。那郑天才委员提的案子是只有处理恢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条例的草案，只有针对土地上面。那我想这个土地当然对原住民族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是我们也看到在场也有看到是由原民会提出来的一个针对今天的提出来的一些看法哈。那各位手上其实还有一份是有关在礼拜一的第一场公听会由时代力量党团所提出来的，那我个人觉得时代力量党团所提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例是比较完整的哈，原因是
我们不是单单只有处理汉人的问题，我们也不是单单只有处理原住民的问题，而是我们在促转条例里面，我们必须要能够把原住民跟汉人在这边的族群关系之下要恢复的这个正义提出来，能够共同讨论。所以不管我们是从1945年开始来处理，1945年当然承继的是1945年之前的，我们必须也要把这个已经造成的历史伤害也涵盖进去。所以即使是我们现在的党团提出来的是1945年之后的，那我想包括土地，包括名誉，包括这些档案的公开，这里面也牵涉到许许多多的原住民族。那我知道目前党团是以小英总统他在提出来要在总统府底下设立一个真相的委员会，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并没有实质调查权的，它只有一个咨询的作用。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目前的这个促转条例的草案里面再加入一个也处理原住民族的这个区块，这个区块是涵盖了从台湾有殖民者进来到台湾跟原住民相处之后所造成的，不管是身份，不管是土地，不管是主权的流失，能够提出来一个调查，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正义转型的条例，我们可以迈向下一步，是修复我们的族群关系。那再来提到的这边是有关相连带的关系，就是其实我们不管是看到郑天才委员或者是原民会提出来的这个，目前看起来虽然有指涉到在国民党政府之前的日本时代的这样子的一个对于台湾原住民族的伤害，但是很明显的，其实在过去8年的执政之下，其实把平埔族群他要恢复族群身份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完全是没有放在里面的。所以我再一次的要说，我们看到的时代力量党团，请各位看手上时代力量党团里面有提出来的是在这个定义上面也做了一些修正，因为现在的原住民族绝对不是官方的这16族而已。我们也知道大家都会提到有平埔族群，平埔族群这个也是在小英总统他要恢复族群身份的一部分。所以我想回归到回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促转条例里面还有包括恢复被剥夺的身份，还有包括被剥夺的土地。那这个的前提之下，就是必须要在恢复原住民族的主权，这个主权的关系是包括身份，是包括身份包括土地的。那再来一个，这边我们有看到提到一个国家的人权博物馆的筹备的说明。那实际上这个已经在绿岛已经有一个国家的这个人权的园区哈。那过去我想这个是目前是在文化部底下，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我们会看到世界各国，不管是在南非或者是我们在波兰或者在其他的地方，他会看到有一些历史的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不正义的事情，它可以改型为博物馆。那在国家人权博物馆的筹备的这样子的一个案子里面，我们乐见其成在绿岛这边成立的是一个国家型的以转型正义为基础来做一个保存的定位。那再来就是说针对中正纪念堂这边其实也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那我的发言到这边为止，谢谢。谢谢我们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学系的谢若兰教授。那我们下一位邀请华范大学哲学系的龚维正教授。在龚教授您发言之前，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现场有一位我们在前天的这个发言的这个贵宾哦，这个王可富律师啊。那么王律师呢，今天并不是我们发言的来宾，但是他来到了现场，那我知道他也有提出要发言的这个要求啊。那因为王律师已经90高龄啊，这个他来到现场，不晓得各位是不是可以，容许我等一下在
这个龚律师龚教授发言之后，我邀请这个王律师先发言，好不好？好，如果大家可以都接受的话，我们就请王律师等一下第三位请您发言啊，好不好？这个龚教授发言之后，好，谢谢您，请稍坐。来，我们请龚教授，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就那个简单讲哈，因为那个原来我们的一些原则性的意见已经在那个附件里面了哈。大概我有四点意见哈。第一点就是说，是不是我可以把这个人权这样的词语放入促转条例哈？目前这个词语大概只出现在第五条。好，那理由就是说，因为就是人权其实是先于法律哈，是人能够作为人啊在社会中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哈。所以它是应该要作为转型正义的标准哈。那法律化之后，人权法律化之后才是两公约哈，然后两公约再结合国际人权宣言成为国际人权宪章哈。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说理由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人权先于法律这件事情我们要先确认哈。那第二点就是说，台湾必须落实这个国际人权法两公约哈，也就是说在2013年那个国际审查的结论性意见。第24、25条必须落实，那这个也是我们台湾就是从陈水扁执政到马英九执政到现在，我们对人权必须要落实哈，那这个是一直在做的哈。那我就是很希望说促转条例要明白的去指涉到人权哈，那只在第五条出现实在不够，那应该是说它要作为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哈。那第三个理由是说这个。转型正义，我们本来就是把它 identify， 就是把它确认，就是把它辨识成为对过去大量人权侵害的那个处理哈，来实现正义。所以过去那个就是大量人权侵害，所以转型正义的处理当然是要用人权来作为标准哈，来保证未来不会发生。那简单在条文上面的处理的方式，我想应该可以这样做哈，就是出现自由民主宪政的地方哈，在第一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哈，都可以用人权民主宪政去取代，就把自由两个字换成人权哈，那这样把这个人权整个就放到台面上哈，这是第一点的意见。第二点意见是关于第二条清除威权象征哈，那第五条哈。因为清除威权象征的地方在第二条、第五条都出现哈。那第五条是用说出现在公共场所纪念或者缅怀威权统治者的象征要移除、改名或其他方式处理哈。那我这边看看是不是可以建议加上说，我们用加注醒目的犯大量侵犯人权的罪哈，用这样的方式来当作其中一个选项哈。那这个主要是针对就是说，其实现有的大量的铜像用加注的方式来处理。有广大的人权教育的功能哈，就是说每个人看铜像的时候，他也同时看到这个文字的说明加注哈。那其实也很适合学校教育使用，因为其实在中小学甚至大学还是有大量的铜像，那留在那边其实有教育的功能哈。但就是说我们把它加注，他犯那个侵犯人权的罪哈，这是一个我第二点的构想哈。那第三点。就是关于促转条例第二条、第六条哈，平复司法不法啊，那这一部分我想还是关，我觉得还我们应该还是要用人权作为标准啊，所以在这个平复司法不法这个词语之后，是不是可以把它加上以人权为准除罪化啊？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是真的跟国际人权接轨，而且过去处理的方式都是给一个回复名誉书哈，那这个加上什么赔偿金，但这一些其实都不等于除罪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可以在促转条里面明显的说明，就是要以人权为准来除罪哈，这是第三点哈。那第四点当然就是之前其实谢教授也提过了哈，就是有关于这原住民转型正义的问题哈。那我是觉得说在促转会的概括规划的部分哈，是可以就是把原住民转型正义的议题把它纳入哈，因为呢，如果我们是用人权为准，学理上是一定包括原住民的哈，因为人权是任何人都有的哈，所以一定是包括原住民。可是呢，台湾通常都是自动边缘化原住民哈，但这个问题是非常的严重哈，所以呢，要矫正这样的一种边缘化，我们当然可以去明示原住民的议题到
这个促转条例里面哈，那建议那个怎么做呢？那譬如说，我们第二条之五其他转型正义事项的部分，我们可以后面再加注一些文字，把它改成其他转型正义逗号，包括譬如原住民传统领地的归还与规划，历史书写的去汉人中心等等哈。那当然详细的文字还可以再斟酌，可以我们可以把它列的稍微明确一点，把它概括进来哈。那这个是第一个建议。那第二个建议的话，其实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在原则性的地方应该要表明，我们是以人权为基准的转型正义哈，一定是去特定族群中心的哈，一定是应该把所有的族群包括在内哈，因为人皆生而平等，所以一定会是去汉人中心，去闽南人中心，去什么什么中心等等。那此外，这个也跟刚才谢教授提到的也有一点关系，就是说原住民受的人权侵害，当然可能这个历史非常的长，那即使发生在1945年之前的日治时期，我认为只要它有延续到1945年之后，那仍然会是这个国家对于原住民人权的那个侵害，同样也必须要处理。也就是说，1945年之后政权虽然有一个转换，但是它仍然延续过去的不当的那种处置，也是延续那个人权侵害，所以当然这个在转型正义也一样处理，所以它还一样会属于促转条例要处理的范围。那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好，感谢龚教授啊。我们接下来邀请列席的王可富律师发言。王律师之后，要请这个张英爵总干事准备。主席，各位道长，各位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占了各位的时间，但是呢，我看到今天有很多的教授、专家、学者，我也可以说是专家、学者之一。我曾经在台湾九个大学做过教授。吕秀莲前副总统也是在下的学生，他今天有新书发表会，本来我不是邀请我来的，本来是这个我们段主席啊，他是请那个胡宗宪先生来，胡宗宪要求我再带他来说几句话。我最重要的是报告两点，最近呢跟这个胡先生呢，我们发起了一个运动，第一就是党产归零，第二就是司法改革。我觉得现在台湾最重要的这两个题目啊，是很严重的影响了我们中华民国的公民的权益。我首先要讲这个所谓这个党产归零的事情。这个我们曾经啊，在最近啊，在法院啊，我们大概300多人呢，到地检署啊，告这个国民党这个党产的问题，叫全民清查党产。就这里呢是我们也去的地方，还有呢，这个也到地检署啊，曾经照了相。主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主要的原因，我们经过多年的调查，发现台湾的很多这个财产，这个台湾这个所谓这个国民党的财产，都是变成这个所以说党产啊，通国库啊，那真的一点不错。我们调查的结果呢，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说这圆山饭店，不管是高雄的，是台北的，还有甚至于
高雄的一个82层楼的这个大这个旅馆也是单产，还有全世界上的过去的石林馆那些这个不动产也是国民党的单产，还有很多了，好比说救国团了、什么妇联会了等等啊，都是单产。这个单产是什么的？就什么来的呢？这个单产是取自于我们中国的台湾的老百姓，有的是用强取豪夺的方式，用武力，用这个不设恐怖的手段取得这个单产。所以严格的讲呢，这个单产呢是属于中国的我们台湾的公民的。因此我们要主张呢，也就是把这个单产呢归零。归零以后，这个钱到哪儿去了？钱要给那些穷苦的需要帮助的这个老百姓，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的。我希望呢，这个我们这个所谓这个叫我们这个整修这个重整委员会呢，能够把这个单产啊调查的非常清楚，然后呢做成一个就是决议，再送请我们这个立法院呢能够通过，先有一个单产调查委员会，这个才能够知道到底这个单产有多少啊，这个现在情形在什么，这个单产在什么地方，从哪里来的，从哪里去的啊，这个是要希望我们大家，我们这个怎么来努力啊，来追查这个真相。这是第一点，关于这个单产的问题。第二点呢，这个司法改革，这个我不客气讲的话，在这个律师界可以说资深的律师，我从事律师啊50年了，做这个做立法做这个可以说非常了解啊，我们台湾这个法律啊，什么地方应该要改革的？譬如大家都可能了解，可能不了解，91年3月18号。3月18号，有一个所谓这个高检署啊，他有一个办理他案的一个办法。这个他办法是什么？叫牵结。所以这个牵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不经过这个一个就是不没有，也可以说不起诉，也就是就牵结。未审就牵结了，这个牵结了以后呢，也不能阅卷，也不能申请再议，也不能申请交付审判。换句话说，这就是第四审，比第四审都厉害。第四审我们还有一个救济的办法，可以能够再审啊，或者非常上诉啊等等。可是牵结呢，它既不能够阅卷，也不能够申请再议，更不能够叫做这个叫做。这个交付审判，譬如说我们在这个最近你可以看到像这个玉昌案，我们蔡总统呢他这个一个叫做玉昌案，第二最近呢又发现个林锡山先生呢捐给这个蔡总统的这个1000万的这个案子牵结了。那以前呢像这个叶圣默就以前的一个调查局长，他这个误认洗钱呢，捐给这个李登辉也是牵结了。那还有呢，这个星票案，就是关于宋楚瑜的这个部分，这个也牵结了。牵结的意思不代表这个案子终结了，或者是侦查终结了。牵结的意思就是说，暂时的给你揭掉。接到以后遇有必要的时候再找你麻烦的时候又重新开始来这个侦查。所以这一点呢，一个因为就今天呢能够有幸啊能够在这个我们段委员这个领导之下，我们来大家来讨论这个整形这个单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趁这个机会呢要求这个我们这个委员呢能够特别注意到这个91年所谓高检署
所定的这个类规啊，在六法全书上没有的签结这个规定啊，能够废除，这样子可以救了很多的人啊。这个是我非常希望能够能够这个我们这个委员能够帮忙啊，在司法委员会啊能够成立一个案子，能够把这个废除以后啊，可以救到很多的老百姓，也救了很多这个无辜的这种朋友。谢谢各位。好，谢谢王可富律师。我们接下来要邀请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进会张英爵总干事。在张总干事发言之前，我来介绍我们已经到场的本会的委员啊。刚才这个徐玉仁委员，首先有刚才有到场，然后是顾立雄委员、尤美女委员、周春米委员啊。那么我们本院或者本会的委员到场，我们会陆续跟大家做介绍。我们请张总干事，谢谢。我跟大家报告，本来是跟大家说，每一位第一轮发言时间是八分钟，但是我们刚才计时啊，都是从十分钟开始倒数。那为了公平起见啊，这个我们每一位的时间接下来第一轮都是十分钟啊。好，请张总干事。嗨，各位。各位贵宾你好，抱歉啊，我刚才又把时间挪开了啊。这个邓委员一直这些年来都在非常热心的，非常这个注重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现在要转到这一个转型正义这一方面。那么这两年来，我们从各个地方、各个会议经常在讨论这个转型正义的事情。我们这个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害者，政府发给了每一位受害者被枪决的600万，就这样子算是一个交代吗？这些年来还好有一个人权历史博物馆，在这个王主任到任的这一两年多三年来积极的在做这个转型正义的工作。我们每一个月都被邀请参与这一种筹备工作。那因为立法委员非常的忙碌，他们有其他很多事情可能要做。那么今天整个社会从当初发生这些事情到现在，这些事情都还没有落实。我们这个五十年代成立的会员都是当年白色恐怖受害者本身或许他的遗族，到现在我们还找不到真相在哪里。先人为什么被枪决了？到现在我们还在找。那么这几年也想把这些档案能够公布出来，又是档案法，又是很多的这个国防部所规定的一些事情，到现在我们看不到真相。当年那么多的大学生为什么一个一个被枪决了？到现在我们还在找档案。人权博物馆成立了这么多年，现在积极的在做为这些事情再做一个真相的还原，但是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公布出来，希望委员能够把那些真相还给所有的受害者。我们现在会员有差不多200多人，其中有一位
我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的父亲当初呢是也参与工作过，算当初的高阶层的，被逮了以后，他的家里是情治人员全部搬进去，在中山北路一栋房子，当初家里连两个月的孙子都坐牢，全家六个人，那个两个月的在里面也没有奶粉，没有那个，差一点在监狱里头死掉，这两个月的经过家里面连这个主他认为主谋者，他的太太，他的女儿女婿孙女儿，就这样子六个人出来以后，因为家里已经被情治人员占住了，流浪街头，到处流浪，连个一餐两餐都没有。原来他家里是蛮富有的，在中山北路有不少的这个财产，但是全部被没收，到现在也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去地政事务所也好，有关单位查了，说没地号，看你能不能拿出来，不可能的事。自己本身过去从日据时代就占有的东西，类似这一种受害者，到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真相在哪里。所以刚才有人发言了，历史博物馆这几年来在景美博物馆还有绿岛园区非常努力的在从事这一方面的整理工作，因为我也是受害者之一的代表，所以我们每一个月都可以讨论这一些事情，也可以得到一些讯息。所以也请各位如果有时间，请到历史博物馆在新店去参观，希望你们能够提供更多更多的历史资料。那么对于这个转型正义这个内容，比较简略一点，因为现在才刚开始，所以可以陆续的延续下去，可以吸收发掘更多更多的事情，更多的内容。所谓的白色恐怖的真相，我们作为一个受害者的遗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很想清楚。当初我家里面，我的大哥是台湾大学的第一届，35年考上去的算第一届的，接下去马上又考上留学大陆的公费生，到了中国去念了一个学期，既然蒋介石先绕跑到台湾来，把一些留学生公费生都丢在中国，还要我们家属寄钱到上海北京把他们接济回来，回来以后有的继续在台湾大学继续念书，所以所有的精英真的被消灭殆尽。我们一个乡镇里面非常优秀的7个35年考上台湾大学的，7个考上，5个既然坐牢，6个被枪决，所以优秀青年没有了，就这么被消灭殆尽。所以台湾有一段时间在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就是这些原因所延续下来的。今天与会的
年轻人对过去有一些历史可能不是很清楚，希望各位今天有这个心要从事这个工作，参与这个会，我盼望大家要了解现在必须要从以前延续下来去了解更清楚。在这边我也推荐这个历史博物馆现在非常努力的在收集这些过往的这些资料，希望这个中央民意代表能够在这一方面多编一些预算协助。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指教。好了，重新介绍。不好意思，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杨君池教授，台湾大学法律学系柯格忠教授，彰化师范大学公共事务与公共教育学系刘兆龙教授，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教授兼法学院廖义明院长。好，欢迎各位，等一下会请各位啊，依到场顺序先后。来先后顺序来发言。好，我们接下来邀请的是东吴大学哲学系陈尧华教授。主席，各位先进在场的前辈以及女士先生大家好，我是东吴大学哲学系陈尧华。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站到台上，来做一点点就是关于转型正义的一些想法跟意见。那其实在开车来到这里的路上，其实有一点点激动哈，就是说因为我突然有一点想要想象，如果我们现在在场每一个人就是我们开始去握手的时候，我们彼此握手，然后如果你握到一双手呢，他的十个手指头其实通通都没有指甲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你去握他的手你会有什么感觉。好，或者我们大家回家以后呢，我们在家就收到一封信，那封信上面呢，其实就是一排牙齿，好，一排就是那个血丝还在上面，神经可能还没有完全脱落的牙齿。那我不晓得，如果你收到那个牙齿的时候，你会作何感想？那第一个案子，其实我是在讲呢，在白色恐怖的时候。有一位先生呢，他要求隔壁的狱友为他唱一首歌，那首歌叫 Danny Boy， 好，那个是爱尔兰的民歌。那首歌在讲一个母亲，他的儿子没有回来，然后这个要怎么去，这个母亲要怎么去等待那个孩子回来，然后说他希望他的直到他的坟墓上，能够到他坟墓上为他致敬，他觉得这样子就可以了。好，然后当这个帮他唱歌的这个狱友呢，后来就希望握住这个于凯，好，这个在接下来就要被枪毙这个狱友的手的时候，他非常的吃惊，因为他发现那个于凯的手上十个手指头通通都没有指甲。好，那我再想想，我如果收到那个牙齿，我如果握到那一双手，我不知道我今天我站在这里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去看这个触转法？然后我当时在路上，我觉得我一定不能崩溃，好，我一定要站着把我的想法好说完，好，即使我知道那样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要做所有的这些法案，它不是冰冷的，不是一些只是要建立一些法条而已。我们是要让过去那些已经消失的历史，那些在我们台湾。挣扎要走出民主的过程当中，那些家庭、那些人用他们的身体、用他们生命所付出的代价，我希望我们的触转法真正能够让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这样子的一个细节能够真的被台湾人知道，
然后成为台湾人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说台湾人，很抱歉，可能很多的原住民会认为这个受到很大的这个基本上好像就是非常狭隘的去指这个闽南人，但是我希望透过那个转型正义，我们真的能够把台湾所有的人通通都能够涵盖进来，真正能够把那个关系可以得到修复。那我想提到下面几点呢，是我觉得非常的至少我看完这个草案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迫切的。好，首先当然是刚才这个龚维正教授一直提到说，这个是一种人权的侵害。所以那个案件其实已经跨越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政党，无论是加害还是被害，不会只限于特定的政党或者特定的受害者或者特定的族群。我觉得如果这一点我们能把握，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所要去检视的其实是一个体制性、系统的、制度性的，它如何去加害特定的个人。好，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弄得非常清楚的之后，我们其实可以来谈这样子的一种受害加害的关系对我们社会造成多大多大的影响。好，我们今天会一直说蓝绿对峙，我们一直会说我们社会其实基本上看起来表面上是已经进入民主，可是在我们的内部呢，我们会说当有人要提起过去，另外一个人就说不要说。好，当有人把特定议题提出来，就说这是族群。那这个正好显示我们没有好好的面对问题，我们只想把它压下去，可是我们不想要面对那个遗绪所带来的一种伤害，我们还是存着一种禁忌，我们社会还是有一些不能说不能够谈的东西。好，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促转法？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把这样子的一种威权的遗绪能够真正能够去告别它，对我们的制度、对我们的社会带来的一种紧张的影响。那这其实是任何政党执政，无论它是哪一个政党执政，都是它无可推诿的责任。因为这个显然是一个不正义如何把不正义丢到回去历史里面一个很最重要最重要的步骤。所以真正去落实人权跟民主价值是需要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达成的。第二点，好，联合国其实所建立的那个转型正义的准则呢，其实它包含追求真相跟正义的一些权利的保障，还有就是受害者的赔偿。好，我们一直提到那个钱呢，我觉得那个钱其实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如果有人以为钱的补偿就已经对受害者做了一些赔偿，我觉得那个是完全忽略掉在联合国规定那个赔偿的概念一个非常深的意涵。好，因为很可能很大部分其实是心理的创伤，很大部分是人没有办法去在政治上面去表达他的意见，他是政治私语的。好，如果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的赔偿几乎你可以想象完全就只是在浮面上面，甚至很像蔡宽裕前辈所提到的，根本是一个分期付款式的零零落落的一种真正赔偿的概念，离那个赔偿概念非常非常的远。好，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就是保证不会再犯。好，在联合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保证不会再犯的意思是他们很希望透过制度的改革，透过我们体制，好，还有多少过去在威权体制成为这个威权体制帮凶的人员依然活在我们的体制里面，依然具有法律解释的一个能力，依然还是用过去威权的一个手法在处理案件，在去建立很多的政策。好，那这个其实是我们非常需要去达成的。但是我认为呢，在我们促转法的草案里面呢，我觉得那个最后这一部分，好，就是包括赔偿呢的一个广大的意义，以及呢这个承诺不会再犯这个面向呢，我觉得几乎非常少提到。好，但是提了这个党产不义党产的问题，提到一个纪念的问题，可是我觉得对我们这个体制要如何去让我们的体制不会再次发生类似的任何的政党执政不会发生类似的人权侵害这样子的一个保证呢，好像在我们的草案里面会比较少。那我觉得这部分是有必要再加进来的。好，接下来是国际的处理模式呢，其实是以德国、阿根廷的一个审判模式。对不起，我可能需要喝一点水。那他们是以刑事的方式在做追诉。
那南美呢，其实有这个跟南非哈，他们有一些真相委员会的模式。那东欧呢，有一大部分是比较以这个洗涤跟除垢的模式哈，所以他们比较在意的是在他们体制内立刻产生某一种效应。那这个是他们建立的模式，他们各有一些利弊，我暂时没有办法在这里做很多的一些分析。但是这些模式它建立一个模式，其实很重要的是说呢，它可能会有一个优先的顺序，它透过某一个顺序呢，把现在联合国所涉及的各种这个刚才提的四个面向呢，能够整合进来。那我觉得台湾呢，现在这个草案里面，它虽然列出四个不同的项目，可是我看不到呢，这四个项目在来回应一个真相跟正义的权利，来回应赔偿以及最后说保证不再再犯这个层面呢，这四点到底要如何去整合起来？我看不到一个所谓的台湾的转型正义的模式。好，那建立模式的一个好处是呢，让我们去了解到这个不同的一个项目，它其实是彼此关联的，它是有一个特定的目标要去达成的。那我觉得会比较在未来，就是即使要去规划或者要去立法上面，会只能够抓住一个原则或者指导概念，能够去实施的。好，所以以上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部分。那其实国际上有某一个模式，不代表说它没有就不会把另外一个模式涵盖进来。我举例而言呢，在德国其实他先有一个刑事审判，可是呢后来他也建立呢真相和解的委员会，一样就是南非他有真相和解的模式，可是现在南非呢其实都在审判那个没有被特赦的一个加害者。好，他事实上很多的真相委员会都做出建议，就是应该要做这些审判。第四呢，我想讨论一下那个第八条有关于那个委员的任命的问题。好，现在我们是采取那个直接的任命，可是在基本上很多国家它其实也有一些间接任命的模式。好，就是他向社会收集很多的名单，然后希望用这个方式来达成社会沟通，然后宣扬整个促进转型正义的一个目标。好，另外一部分是我必须很快提的，就是我认为那个规划工作规划为两年呢，我非常非常不同意。好，就是说其实联合国已经有关于这些机制的一些准则，所以其实我认为其实一年参考这些重要的国际的准则呢，我觉得一年内就其实就应该要把规划的工作做完，因为很多长辈其实年事已高，我们很需要就是真的让长辈有可以讲他们过去的经历的一个机会。抱歉，谢谢。是，谢谢，不好意思，我们可以提供的时间比较短啊。好，我们先补充介绍这个到场的本会的周陈秀霞委员啊，是。啊，另外这个现在到场列席旁听的还有我们前侨委会的张富美委员长，欢迎张委员长。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位刚刚到场的专家学者，我们现在补充介绍。一位是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叶宏林执行长，欢迎。还有一位是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施义祥执行秘书。好，我们等一下会依序邀请各位发言。好，我们接下来邀请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郭素珍女士，下一位请中国文化大学吴英德教授，请准备。主席，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我今天是以50年代政治受难者家属的身份参与这个盛会。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关心这样的一个议题。事实上，身为被害者的家属，我觉得刚刚陈亚华教授真的是切中我们的心声。我们真的是一直很想了解当年到底我们的父亲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很想了解真相，那唯有档案的开放才能满足我们知的权利。事实上啦，我们很多的家属都已经白发苍苍，还在寻寻觅觅，苦苦的拼凑当年的父亲、当年的母亲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确实不知道。
就是这样突然平白无故的消失，从我们的记忆当中硬是把它给推挤出去，没有人要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档案的开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者呢，也许有人会认为开放档案会撕裂族群的融合啊，加害者被害者之间的仇恨啊。事实上我觉得刚好是相反，因为事实上我们只有借着这一个机会才能弭平加害者跟被害者之间的矛盾，化解仇恨，才能调和加害者跟被害者之间一直不断的纷争，不断的我们不敢说是制造什么，但是总是就是互相之间的不愉快、不满，互相之间的不信任，那就是把档案全部开放嘛，让大家、让社会来公平，让专家学者来解读。所以呢，对于档案的开放，我觉得本身并不是那么样的可怕，相反的，它是很重要的事情。倒是解读档案、研究档案的人才是最重要的。这些解读档案的人，他必须具有一些，必须具有至少我认为有几下几点。第一个就是他的态度，他怎么样看待这整个的历史事件，他必须要有相当的同理心、同情心。那对于人呢，不管是对于加害者、被害者，他一定要能承认人性中的多元性、复杂性。人不是神，没有谁是完美的。至少先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去掉很多不必要的伤害。另外呢，我觉得档案的诠释者他必须要有相当的专业，他可以看到的是事件的本质，事件的本质，而不是一些表象。事实上呢，同一个事件他可能呈现完全不一样的解释。也许你的判读是这样，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子。那么这样的判读就是一定要有有赖专家学者的相当的专业。如果他没有专业，只是很简单的思维，很简单的套一些模式，我觉得那是远远不够的。再者呢，我觉得就是他们需要具有相当的勇气，他要重新架构这一段历史啊。第一个，他一定要有抽丝剥茧的能力，而且他还要不畏惧舆论、社会的压力的这种勇气。那么这种勇气还有这种功力，他的这种能力绝对是台上五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种功力。如果没有深厚的功力，我觉得不如他不要来解释这一段，不要来诠释这一段历史，不要觉得他什么都会。事实上不见得是什么都会，事实上不见得说所谓的专家学者，如果他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深入的去探讨的话，真的他不见得是了解的。最后呢，身为被害者的家属最期盼的呢，就是我们的政府能够有周详的计划，还有确实的执行力，能够还原这一段历史，能够还给被害者的家属知的权利，让我们不再苦苦的追寻、苦苦的等待。谢谢各位。好，谢谢郭素珍女士。我们接下来邀请中国文化大学法律学系吴英德教授，吴教授就请东吴大学法律学系陈清秀教授，请准备。在座主席以及在座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文化大学法律系吴英德。首先因为在座有非常多的先进都是相关的协会以及这些受难家属的这个代表，所以其实我就转型正义的部分呢，这个内容跟意涵的部分呢，我并不多做表述我仅就这个条例本身跟法条之间的这个冲突的问题发表一些我个人的看法首先是有关于我就把这个促进转型条例里面所提到这个委员会我就按照条例本身的简称叫做促转会它在促转会的部分呢，它在条例本身它把它列为是隶属于行政院的二级独立机关那换言之呢，它其实应该还是要受到中央行政机关这个
组织基准法以及行政院组织法的相关规范的限制，但是它在条例本身呢，它把它定位为是一个非常态性的一个或者非常设性的一个任务编组了哈。那么并透过这个方式来排除中央行政机关的组织基准法跟行政院组织法有关的规范哈。可是如果从这个促转条例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机关的本身呢，它有强制的调查权以及裁罚的公权力哈，而且还可以禁止这个政党进行党产的移转。好，当然这个可能也涉及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部分了哈。那如此看来呢，这个具有独立权限的这个机关的组织哦，似乎好像没有办法单纯的用任务编组来看呢，哈，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它其实再加上这个促转条例里面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机关的成员呢，必须由行政院长提名，那么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哦，所以如此看来的话，其实是不是可以单纯的用任务编组式的这个机关来定位它哦，这个可能有一个在我们相关法规范呢会有冲突的地方哦，可能这个部分要去思考一下哈。那么在第二个部分呢，是有关于这个处长会的相关的职权哈，因为他有提到在条例的本身哦，他为了要能够第一条的规范哦，他说立法的目的呢，为了促进转型正义，落实自由民主宪政的秩序啊，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情况之下呢，第二段啊第二项后段规范哦，他这个具有特别法的这个地位了哈，所以如果这样子看起来呢，他认为说在开放政治档案的部分，刚才也有先进提到，这个是转型正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那目前呢，我们在国家开放档案的部分，当然也有一些机关代表到场哦，有所谓在我是指在不同的条例之间的冲突问题哦，比如说促转条例跟228事件的这个处理及赔偿条例，好，冤狱赔偿法，好，国家赔偿法，好。还有包含刚才我所提到的民进党版本里面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好，这几个法规范哦，如果在处置上面发生了冲突的话，那应该要谁优先适用？还是说有一个更超然的组织来做一个协调？好，所以这个是我刚才在前几天收到这个草案的部分哦，我所看到的一个部分哦，有关于冲突的部分。那再来就是就机关的职权来看哦，这个促转会的职权、组织跟职权呢，跟现行的法制也有很多相应的机关啊，例如我刚才所提到的财团法人啊，228纪念基金会哈，还有国家发展委员会下面的档案管理局哈，还有国家档案管理委员会好，那么现在再加了一个促转会哈。那么在档案管理跟开放上面呢，好，那么会不会有这个叠床架屋的问题？好，所以这个是我在看这个促转条例哦所看到的第二个部分哦，有关于组织，其实跟第一项我所提出来的这个浅见哦是一样的哦。那第三个呢，是在促转条例的这个草案的第十条的部分哦。这个促转会呢，可以指派、调用或者聘雇适当的人员哦，兼充研究员或者是办事人员哦，而且他还可以去调用就是宪警啊哈，宪警这个部分在十七条这个部分哦，调用宪警这个部分哦。那当然他在立法的这个理由的部分呢，他有援引的这个行政程序法的19条第一项的规范了，就行政单位呢应该要互相协助的条款哦。但是这个部分呢，其实就让我想到前一阵子才刚发生的这个宪兵冲入民宅的这个事件啊。那在这个事件里面呢，其实政府才受到了很大的这个责难啊。换言之呢，就是说宪兵呢，他没有依照相关的司法或者是正当的法律程序哦，就冲入民宅去进行搜索啊。那为此呢，国防部当然也道歉了，那么也受到了很大的责难哦。那如果我们在草案里面的19条一项，好，我们特别还援引说，行政机关基于互相支援的这个理由好，或者是基础哈，那么可以指派这个宪警哈进入民宅或者是相关的机关去进行搜索，那会不会哦跟我们现行的法制上面哦会不会有不符的情况？所以这个是我在看到的这个部分。那再来呢，就是我刚才前面也有提到关于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这个部分，其实在
最近也已经在讨论这个相关的这个草案了、哦、但是呢，在这个促转条例的第十八条、哦、其实也提到类似的规范、哦、就是说自本条例生效之日起呢，政党附随组织或其交付移转登记受托人管理之财产禁止处分之、哦、那这个部分呢，其实跟不当党产处理条例里面的一些规范、哦、也都已经是重叠了、哦、也都已经是重叠了、哦、那最后一项呢，是我刚才刚才没有提到的、哦、最后一项是草案的十九条，十九条的第一项跟第二项，他规定，他说在毁弃啦、损坏或隐匿依本条例应予保存之文书、图画、物品或自令不堪用者呢，以及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之代表人呐、啊，这个相关的规范哦，他要处这个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哦。但是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刑法的138条关于毁坏公务文书物品罪？好，其实我在看这个条文的时候呢，我感觉它跟我们的刑法的138、哦、相关的规范还蛮类似的、哦、所以草案的这个部分呢，是不是有必要要把它列进去？好、哦，这可能可以再思考一下。好、哦，那么以上呢就是我针对于这个促转条例有关于法条的一些冲突的部分呢，提出我一些小小的浅见，谢谢。好，谢谢文化大学吴英德教授。好，谢谢。接下来请东吴大学法律系陈清秀教授，陈教授之后请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杨君慈教授，请准备。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啊，来参加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的公听会哦。那我本来有写了一个书面的意见哦，不过我昨天啊特别再好好研究一下，可能今天有一些内容要稍微做一点调整了哈、哦。那这个如果书面跟口头不一致的，以口头为准这样哈、哦，就是说这我自己后来做一些调整补充哈、哦。我想这个转型正义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我想我们必须要先做一个理解。刚刚聆听各位先进的高见，我们可以了解转型正义应该讲的是一种对于过去政府可能有一些违法、不当的这个不正义的这种系统性侵害人权行为呢，希望能够做一个这个善后的处理，来恢复正义哦，来某种程度呢，来这个平缓这样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冤狱。那么平缓的模式有包括历史真相的一个还原、澄清这些冤狱的情况，透过司法给他平缓冤狱，或者透过民事的赔偿来赔偿被害人的损害哦。所以我们过去这个因为这个国共的战争啊，导致于这个宣告动员戡乱时期。还有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戒严哦，因为在这样一个战争混乱的时代呢，这个因为戒严而以至于在执法过程中可能有很多不当的行为啊，那导致于很多的一些冤屈。我想这个白色恐怖时期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产生出来的。因此我们看待这个历史呢，我们从历史的这样一个时代悲剧来看啊，确实是值得我们或者呢来加以反省同情，来这个做一个这个政治档案的这样一个公开哦，来了解还原历史的真相啊、哦。所以我们对于历史呢，应该是不增不减的还原它的功过得失啊。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这个不当侵害人权的一面。其实当年我们解释这个战争时期宣告戒严，这个这样一个。一个临时紧急的措施，也有他可能有不得已的一个苦衷。那在这边所谓的这个威权时期啊，这个所谓的统治的合法性呢，我们草案是认为应该给他全盘否定。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可能不是那么妥当哦。主要的一个考量啊，我们可以分几个观点来看哦。我想过去国民政府、国民党执政时代呢，他做了几件可能不利于我们国民的事情，但是他也做了很多有利国民的事情哦。第一件事情，他把5000年来中华文化的遗产保障全部把它搬到台湾来，这个等于是把中国大陆的这个金鸡母啊，把它搬到台湾来，让我们啊可以说发展观光一个非常大的潜力，发展这个可以获得财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资产哦，文化的遗产。第二个，它保存弘扬的中华文化，提高我们的国民的人文素养，这个部分的话呢，也可以说是不可忽略的一个贡献。第三个，啊，好几十万甚至于几百万的大陆的杰出人才啊，来台湾啊，建设台湾，让我们台湾的经济各方面能够繁荣。过去的这些老一代的这个贡献呢，是功不可没的。尤其很多的老兵、老农民，他保国为民啊，为我们台湾同胞呢，做出很多的牺牲奉献，来保障我们台湾的台海的安全跟安定。这个部分我们也不能够加以否认。第四个呢，我们这个威权时期教育普及，提倡这个军户的社会，因此他采取的教育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教育体制。我们现在后面后来把它改成资本主义的教育体制啊，扩大了贫富的悬殊，让穷人更没有办法翻身。这个都是表示过去其实在威权时代，他还是对台湾有一些贡献的。因此我们在谈到呢他的功过的时候，不能只看到他的缺点，他的优点也应该要一并加以考虑，这个才是还原历史真相的做法。因此我个人看法，有一些公共的建筑过去可能是一个缅怀纪念的性质，但是因为时过境迁啊，大家都忘记了怎么一回事，剩下变成好像是一个历史文化古迹啊。这个威权的象征已经淡薄丧失了，人民都不复记忆了，取而代之的变成一个历史文化古迹。我们今天如果把这些历史文化古迹全部把它破坏掉，我们要怎么样来吸引我们的观光客啊？我们观光客很多人来台北啊，他要看什么啊？他要么去故宫，要么就只好去国父纪念馆跟中正纪念堂啊，没有地方可看啊。你现在把这两个地方都拆掉了，那只剩下故宫博物院啊，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反而伤害到我们国家的一个财富永续的发展，而且撕裂的族群，让大家的感情呢，这个社会没有办法祥和。所以我们认为啊，就这个条文啊，关于这个部分的话，应该要审慎考量，应该要删除。那而且这个因为有国民党的执政，才有民进党的执政啊，这个好像是一个兄弟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母子之间的关系。因为国民党表现太烂了嘛，我们民进党才能够执政啊，所以我们应该还是要感谢国民党啊，成就了民进党啊。从这个观点来看啊，这个我们也不太适合否定过去的执政的这个合法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去的执政它是和平转移啊。如果我们过去是违法，那现在和平转移过了就变成合法了吗？我们民法上有一种理论啊，如果你是偷来的东西再转给别人，还是偷来的是赃物啊，所以一定是原来的人前所是合法的有权的，后面的人才是继续合法有权啊，因为你这个和平转移过来是继受取得政权啊。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应该还是要考虑到从不同的面向，从多元文化的包容互相尊重，既然要促进和解，就不要撕裂族群，就不要撕裂过去的这样一个对于过去的贡献呢，全盘抹杀，我觉得这样也不公平。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过的，还原历史的真相，补偿被害人，平抚这些伤痛，我们都应该共同来努力来做的。所以，我个人非常支持转型正义条例的这个立法，但是它的内容有部分是矫枉过正，恐怕会物极必反，两败俱伤。我想，我们今天中华民国能够这样一个自由民主发展，很重要就是我们两党的政治啊运作非常的成功啊，常常做政党轮替啊，我们给国民一条路选择啊，就是生态平衡。政党的生态平衡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都应该永续发展，不应该谁把谁消灭掉。因为当另外一个政党被消灭，只剩下一党独大的时候，就是独裁专制的开始。那个时候，我们恐怕还要再进一步下一波的转型正义的开始。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人类的悲剧，因此我们建议啊，我们应该还是要共存共荣，哦，共存共荣。当然，国民党有很多的可能涉及党产不当党产的部分，怎么处理呢？我个人是想到我们可以参考租税法所得税的课税模式来处理啊。所得税课税模式就是分成，可以明确归属于国家的就应该还给国家，可以明确归属于政党的就归属政党。如果这个产权的归属有一点疑义不清的，那么我们就是照所得税法一种理论叫做推计课税啊，按照比例推估啊。那如果我们还改不清楚的话呢，我们可以参考民法1030条之一的夫妻离婚的时候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啊，就是各二分之一啊，扣掉债务之后各二分之一啊。那么这样也是一个办法哦，这个也是一种和解，政党的和解。那我倒认为啊，政党的和解啊，也许也可以应该成立一个政党的这个
首先要成立的是这个财产的调查委员会，清查党产有多少，那他的负债怎么样？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过去很多的劳工、党工现在都退休了，他的退休金权利也是要给他保障的，不能够无辜的伤害到第三人的权利。所以这些负债扣除之后，如果有剩余而又产权不清的，我们透过调解和解啊来和解。那么和解的时候各拿一半，那另外一半怎么办呢？另外一半拿出来之后，成立特别基金啊，补助给其他政党啊，因为我们希望政党大家都能够良性的共存共荣，好好的和平发展，和平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需要金钱啊，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个条文说不公平竞争啊，党产那么多，我民进党没有党产啊，那我怎么跟你竞争？所以啊，其实不是靠党产竞争，今天民进党取得政权不是因为靠党产啊，国民党那么多党产也没用啊，竞争不过别人啊。所以可以看出来啊，党产不是取得政权的关键啊，但是我们要公平竞争起见啊，让各个政党永续经营，把这些党产拿出来各一半分给各个其他的，这个按照政党的比例啊分给这些其他的政补助给其他的政党，大家都有钱，大家不是都均富吗？我们为什么要搞一个均贫的思想呢？我们看看德国的政党法制，它是容许政党经营事业的，为什么它那么永续经营才不会贪赃枉法，才不会政商勾结啊？因为你今天，如果我们今天政党都是苦哈哈的，没有钱怎么办？就只好求助于企业，求助于企业就是企业干预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手段。我们不希望在制度上呢搞一个两败俱伤的做法，所以我们建议啊，我们这个大院啊，应该要发挥智慧，宽容的要来和解处理的话呢，就不能够赶尽杀绝，因为国民党也没有，也罪不至死，也罪不至死哦，因为他对台湾还是有贡献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比较秉公公正来处理。最后呢，就是转型正义的这个委员会啊，委员产生，我是建议啊，应该要超然公正。刚刚学者有提到，应该要有历史的、文化的、有包容的这样一个看待多面向看待问题的，所以我建议可以比照大法官的提名模式啊。大法官提名模式是各界推荐之后啊，还要经过这个大法官的审查，审荐小组推荐之后，总统再任命。那也就是说，他透过一个比较公正的程序，推荐出一个社会公正人士，能够完成这样一个神圣任务的哦。那另外呢，因为这个委员会啊，可能必须要多元的多功能，因此我们要多功能取向的委员会啊，包括真相调查委员会可能需要很多的历史文化学者专家，党产调查委员会可能需要会计师啊、财务专家啦、这个法律专家，能够来确认一下这个党产的内容。那如果要调解仲裁的话呢，那么应该要社会公正人士。所以我们是建议啊，可能这个委员会应该要多面向来组成。那以上呢，这个浅见，请多指教，谢谢。好，谢谢陈清秀教授。我们接下来补充介绍这个本会的张宏禄委员，还有本院刘兆豪委员都到现场。好，我们接下来邀请第八位是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杨君池教授，我们请台湾大学法律学系的柯格中教授请准备。谢谢主席。那主席、各位委员，在座的先进，学术界的一个师长，大家早安，那很荣幸能够接受立法院的一个邀请，特别是法制委员会的邀请，来到这里出席这场会议，聆听了蛮多的一个，学术界的一个宝贵的一个经验，那我的发言，大致上有以下四点。以下四点，那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叫做转型正义，那我想很多民主国家，或者是说在一个民主转型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转型过程当中，那对于过去所谓的政府，它有一些在执政的过程当中，然后曾经出现一些侵犯人权的，那这些人权包含自由权，包含所谓的生命权、财产权等，如果有涉及到这些侵犯不法的这样侵犯这些人权的一些不法的行为，或者是不当的行为，那当然透过这个转型正义的一个推动的一个方式，然后去执行，那甚至用一些符合，我要强调一点，就符合现代的法治国的正常的一个法律的一个程序，
或者是正常法律的一个观念，来去促进这个转型正义。我想这在很多国家都做过了，很多国家做过。那从德国的经验，说从南非的经验，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国家都其实已经在做。那第二点就是说，其实我国在这方面早也做了。那我想立法院过去也曾经推动过，比如说像228事件的一个处理，还有它的赔偿条例。好，那戒严时期不当的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的一个补偿的条例，好，然后还有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等，好，所以我想我们现阶段应该不是在讨论说到底要不要再做转型正义的问题，而是说转型正义其实我们已经在执行了，好，十几年前哈立法院就已经在推动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现阶段我个人的看法是说，现阶段这个转型正义应该是进入到一个比较是属于哈我们常用一个比较另外一种字眼讲，就是说改革的一个深水区，那改革深水区的方向去做，那这个所谓的改革深水区，当然它所涉及到的议题会比较复杂，那所涉及到的范围也会比较广泛，甚至各种层面它的冲突性也会非常的复杂性，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从这样的一个观察里面，那是不是这个将来在未来的一年到两年甚至四年之内能够完完全全的达到这个条例所达到的一些目标，其实可能还要再保留，也许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必须这个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推动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因为涉及到将来这个是一个所谓的改革深水区，所以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更久，这是第二点。好，那不管怎么讲，第三点，我们从过去的这个德国的经验也好，或南非的经验也好，我想，促进转型正义应该要落实在以下四点，第一个当然就是真相的一个调查，让所有的真相能够公开出来，那当然在这里面可能就是要将来可能立法院就必须要去讨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有些政治档案是否要公开，那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要公开，那公开的范围又是什么，那我想这个是这个真相调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涉及到档案公开的问题。那第二个要达到所谓的如果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真的发现有所谓的侵犯人权的一些不法或者是不当的一些行为的话，如果真的有的话，那当然必须要追究责任或者是恢复名誉，这两个是配套的，追究责任跟恢复名誉。那我在这里的建议是说，这里面如果真的有这些事情的话，要么就是透过司法机关重新再审判，不然的话可能就是要由立法院再定一个特别法，然后做一个通盘的一个处理，那当然这个也会是蛮复杂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整个促进转型最重要最重要还是在落实在第四个目标，体制的一个改革，体制的改革，我想促进转型正义应该是着眼在现在及未来，特别是现在跟未来，我们应该要用符合现代法治化国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法律的程序，还有正常的一个法治国的观念来去做体制的一个改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里面包含了比如说政党政治之间的一个竞争的规范，然后还有公务人员在执行相关的一个业务的时候他应有的权利跟责任等等之类的，这些都必须要重新去思考，因为这个其实往往在过去所谓的威权时代，这些往往经常用一个威权的这种观念就模糊的带过去，那未来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公务人员在执行相关法律他应该有的权利，他应该有的责任，然后怎么去保障他的权利，这个都很重要的，这个都很重要的。那最后一点，最后一点我简单的就是说，我个人认为说在这里面可能还要请立法院再讨论一点，那这里我个人的意见是觉得这个真相调查委员会应该是放在立法院会比较好，而不是放在行政院，那在这个真相委员会下面可能还有更多的组成，那例如可能要做调查真相，可能需要学者专家，然后可能需要什么会计师等等之类的，那也许放在立法院会比较好运作，
会比较好运作。那当然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比较争议比较大，就是立法院的调查权等等之类的问题。但是我想从德国的经验来讲，这个转型争议基本上应该是由国会来推动会比较适当的。那以上这四点就是我就这一次这个条案我所提出我个人的浅见，就教育在座的先进，谢谢。好，感谢杨君池教授。我们接下来邀请台湾大学法律学系柯格中教授，柯教授之后请张师大刘兆龙教授请准备。好，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尊敬的委员，还有各位先进。我想今天我个人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谈到关于我们今天在立法院里面或者未来可能要推动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工作。其实我想转型正义其实刚刚前面几位先进大概有提到，它不光只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我们社会上已经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在过去几次选举当中的一个政治性的议题。那当然它也非常重要，它是一个法律议题，因为我们今天这就是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来讨论这个促转条例的这个的目的哦。那我想刚刚其实前面几位先进大概有提过一些问题啊，因为其实我在来这个之前也很仔细的看一下我们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这个各项草案的内容，以及它的一些其他的先进们刚刚也有提到了一些规范哈，就是寄存的。那我想要首先来谈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推动一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这样一个草案。刚刚前面其实有提过几个，我想要先从一个比较根本面的问题啊，就是说促进转型正义或转型正义这件事情，它到底是在谈什么？因为前面也有几位先进谈到几个问题，是关于比如说原住民族，那也有很多人引用到了南非，或者是就是德国的经验，然后我们也谈到了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被害的事件，特别是犯罪被害人里面的相关保护的法律规范，我必须要指出一点，其实转型正义要谈的重点不是在这种个别侵害、个别犯罪行为里面的被害，所以以我们现在目前在处理个别犯罪里面的被害跟他的补偿机制，就是被害人的补偿机制，其实他不能处理这个，因为你去处理那个东西，他会挤压那个地方他本身所想要去处理的。那另外第二个问题我必须要去指出来，原住民的转型正义是非常重要一个工程，南非的例子也是，就不管你是哪个国家，其实你可以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原住民在台湾可能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不正义的事情，可是回过头来促进转型正义他要处理的是在这一段所谓的威权统治时期里面所可能的制度性的体系性的不义问题。我必须要强调，不是不做原住民的转型正义，而是他必须要另外从另外一个脉络里面去讨论，因为这个问题他可能涉及到汉人移民到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台湾来开始的整个的脉络跟整个的时序。如果你就算你要提南非这个事情，南非他主张的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搞不好是回溯到17世纪白人来到了非洲这块土地开始，那其实跟威权时期要统治他所要处理的问题它完全是不大一样的，虽然它也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所谓的制度性系统性的侵害，甚至是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或是应该讲一个种族对另外一个种族所可能涉及到了这个侵害的问题。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当一个法规范远远超过它能承载的能量的时候，你会让问题的焦点整个被迷失掉。好，所以我必须要去指出来，因为我刚在开会的时候收到一份我们立法院还有另外一个提出来的，我自己我觉得我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好笑，因为在这里面他的草案总说明里面，他把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这件事情涉及到清朝跟日治时期，然后当然接下来一路延续下来到我们国民政府统治的这个时期，结果你翻过头来你去看那个案由的时候，又回到讲威权统治，这个就有点错乱了。为什么？因为你既然讲的是一个种族被宰制，被另外一个种族去宰制的一个问题，你怎么会去讨论一个只是在威权统治时期呢？所以我必须要说明了，就是说不是不处理，而是这个案子它必须要个别去处理。如果以南非作为例子的话，它可能回溯到17世纪，可是你有办法，我首先我刚刚其实听的时候我就还在
讲几个法律上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法律背景，你原住民主要先被定义呀、啊。也就是说，你不是只有以现在政府或是政府所认为的这些定义的问题，其实我们以前的几个法律条例都有这个问题。比如说228事件的那个补偿条例，你没有定义228事件它到底是什么时间发生，你连条文定义都没有。那它是228事件在当时候从2月27号开始，1947年2月27号开始，一直到后面的清乡，以及到后面整个戒严的发布，那它到底有没有跟几个既有法律规范彼此之间的相互冲突协调问题？这总是你今天，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问题，我们也认为必须要去做这样一个转型正义的问题。只是你既然要去立法的话，那你必须要去考虑到这一些，特别是所谓的被害者，或者是所谓的我必须要说明一下，我们以往的法律规范没有去处理一件事情，叫做加害者是谁。这个如果只是对被害者的单纯补偿的话，我想这个不是所谓转型正义要做的事情，因为其实转型正义要做的是加害者的确认、责任的归属，还有被害者当然要补偿，好，这个当然无庸置疑。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落实在我们的，不管是在教育，或者是在既有的威权的这一些象征里面，去透过教育，去透过文化，去透过各项的方式去呈现的，告诉我们下一代子孙，我们不想要在这一块土地上再重新犯这样一个错误，不管是谁执政都是一样。所以我想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这样一个条例，它本身的立法也回应了，也许前面几位先进有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既有的法律规范本身它到底能不能涵盖我们促转条例这样子的一个法律规范精神。我个人不认为可以，因为它连加害者是谁都没有去讲，连它的责任范围在哪里也没有去谈。那我必须要回过头来去讲一件事情，是在这样一个前提底下，你必须要有证据才有办法去指认谁是加害者。换言之，开放档案这件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是法治国家，你不能随便说一个人是加害者就说他是加害者，或者说因为我的感情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做。法律上你必须要有证据，那所以证据从哪里来？当然是要从现在在政府里面散落在各地，不管是在档案管理局，或者是可能是在文化部，甚至是在中研院，都有可能的这些相关证据资料里面你去找寻出来。所以为什么转型正义必须要去做关于开放档案这件事情？当然我们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点，其实我还是必须要去强调，就是说我们既有的一些法律规范是不是能够去做这件事情？我个人并不认为如此哦，因为你不能单纯的以总统或者行政院长的命令就要求相关的部会就把相关的资料就移交，因为这也涉及到个人资料保护法跟我们的相关的政府资讯公开法，所以你没有法律规范，你光用行政命令，我实在非常怀疑这样一个做法是不是能够达到它的一个目的。简单而言，就是你今天要处理的东西，你必须要回到你最初的原意本质，也就是说你到底要不要做。如果你要做的话，那就让这个制度它回到它最初想要去追寻的一个规范上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去处理在这一段威权统治时期里面所产生的这一种制度性或系统性的不义。回过头来，如果原住民族在这一段时期里面它同样有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性、制度性不一致对待，他当然也是用，因为本来在促转条例里面，他就没有去区分他的种族，我想也没有这样一个所谓的个别排除的这样一个条款存在啊。这也是我想今天去特别去谈到。那因为时间有限的部分，我大概只挑几个点的部分去谈，就是说，这里面有几个可能一直被受到质疑的，就是说其实 我大概来之前的时候也收集了一下我们大概在报纸舆论里面所提到的所谓的个案入罪，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是不是只特定针对某一个政党。我们比较一下，跟我们之前其实我们好像我们在立法院也有另外一个不当贪婪处理条例的一个推动立法，那当然这个之前一直没办法顺利进行，我们比较一下关于不当档案处理条例跟这个促转条例，它大概两个之间哦。我首先必须要去讲的，就不当档案处理条例，它更针对性，它根本就是针对着只有在某一个时期以前依照某一个
条例所依照某一个行政命令他所成立的一个政党。那这个不管是在美国或德国，我们都知道这个是要个别措施法，个别措施法是被禁止的。简单来讲，就是你只针对某一个特定政党，那你怎么可以只针对某一个特定政党？这个就不就落实了？这就是一个施行，这就是一个政治清算跟斗争啊。所以他回到了促转条例的规范的话，他不以这个，当然要处理的某一个时期，也就是所谓的威权统治时期的这个地方，能够有这样一个可能性去，比如说把国家的财产把它放到自己的，就是自己政党的财产的库里面，我想这件事情来讲，大概也没有几个政党能够了，这个是在客观上，但它不是一种针对性，而是说你在客观上面有这样一个可能性，他才有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那我想因为时间缘故，我先就发言到这里，谢谢大家。好，感谢这个台湾大学的柯格中教授。我们接下来要请彰化师范大学公共事务与公共教育学系刘兆龙教授，那么刘教授之后要请台湾大学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兼法学院院长廖益明院长，请准备。好，这个与会的各位先进专家学者还有各位委员大家好。那这个所以我的看法是几个，第一个说转型争议来讲其实是个永续存在的一个问题啊，那本来就是应该永续存在，像例如说前两天才有一个九十几岁的那个纳粹党员、被那个送上法庭、那虽然说他认为他道德上有责任，他法律上没有责任，可是那是另外一回事。二战结束这么久了，还是在追索这责任呢、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面来讲的话，这个如何去追求真相，或许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支持前面啊几位先进所讲，例如说开放档案，然后呢结合政府民间的一个力量，法律的民间、政府、学术界力量来从事这个工作、那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法律的存在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还是制造新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这个促转条例里面来讲，有些用词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是可以再斟酌空间。举个例子来讲，像例如说威权统治时期啊，这个在政治学面其实本身就是个非常有争议的一个名词。那用这样一个名词妥当不妥当，我觉得很值得讨论、那为什么不用戒严？戒严谁？这是个法律名词，就是基于戒严法所产生的各种法律关系，所产生对人民造成的侵害。然后呢，这样子的法律关系难道不会更明确吗？因为用威权统治时期似乎是会沦于政治斗争的口号，这是我建议大院应该可以思考的问题。第二个，促转条例来讲的话，我刚刚讲到过，是解决问题还制造新的问题啊？我所提出来的问题是说，它会变成特征组的加强版、会变成特征组加强版，为什么？因为这个权力来讲话，首先来讲，它是属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还是 ombudsman， 还是监察机关，就是监察使、那这些来讲话，我们似乎是应该要厘清楚这个条例、它的问题，因为前面已经有学者提出来了，这个调查权、这个它是属于谁的、能不能够在这个促转会里面去运用这个权力，这些来讲的话不要造成新的问题、这是第二个。所以说我觉得说在这个部分来讲，我支持杨君慈教授的一个看法，不如就是回归到那个立法机关，然后重新厘清楚这个关系、第三个来讲的话、这个时间的问题、2年到3年时间是否足够、那还是应该是个常态性的一个设置、这个我觉得都还应该再去检讨。最后来讲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说、相关的法令的一个，特别是档案法的一个档案法在相关人等的一个资料的公开跟周延度上来讲话，我觉得这是应该要检讨中的重中之重、因为最近啊，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中研院的一位老师拿到了档案之后，他觉得说这个不应该公开，为什么呢？因为会破坏族群融合啊。那其实学术研究啊，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学术不应该是这个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其实学术是应该忠于学术的。好，那以上是我简短的发言，谢谢。好，谢谢这个刘兆龙教授的意见。我们接下来邀请高雄大学廖益明院长，然后请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叶宏林执行长，请准备。主席以及在座各位先进各位长官大家早安。本人非常的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啊，受大院的邀请来参加这个公听会。
那么促进转型正义的立法是为了要矫正过去威权统治时期国家未能够依法治国的原理所产生的一些不正义，那这样的一个立法目的跟政策呢，我个人是十分的赞成，但是也因为我十分的认同这样的价值呢，所以更担心这样的转型正义的立法如果在未来通过之后会不会造成的更大的这个不正义的问题。那么转型正义立法如果有可能产生更大的不正义的问题的话，很可能的原因就在于转型正义的立法是为了要对抗威权主义时期的这个统治的一些方法所产生的不正义。那么如果反而转型正义的立法呢，反而是采用威权统治时期的方法的话，那就有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不正义。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政治跟法律的一些归纳呢，我们认为威权统治大概会有三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行政权独大并且不受约束。第二个特色是立法权的模糊以及空白的授权。第三个特色呢是赋予执法人员呢特定的权限，并且保障其特殊的待遇。那么根据这三点的这个归纳呢，我们发现目前民进党党版跟时代力量版的这个促转条例呢，都好像有这些这个影子。首先在行政权独大且不受约束上面，民进党版的第八条有关于行政院院长的能够提名委员，并且指定委员会主席这方面，以及第10条、第14条、第15条、第16条、第17条呢，都显示出赋予行政权独大且不受约束的这个权利。第二个，在立法模糊且空白授权方面，目前民进党版的第2条第2项的各款所定的各种所谓的转这个不正义的事项呢，都十分的模糊。第三个，赋予执法人员特定的定位，并且保障其特殊的利益这方面呢，在民进党版的第8条第3项有关于促转会主委、副主委、专任委员比照高阶公务人员的地位给予其应有的薪资这方面呢，也是就有类似的这个做法啊。那么民进党的党版的条文当中，更令我感到担忧的其实是第16条，以及时代力量党团版本的这个第18条及第19条。因为根据这些条款呢，促转会或者是全副会可以为了取得所谓的相关当事人的个人资料呢，而进行各种调查。那这种各种调查呢，我个人光从这个草案版本内容呢，我十分担心未来可能我也是受调查的一员。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相关的版本里面，首先第一个，对于调查者受调查的条件或理由，并没有明确的规范；第二个，调查的程序以及调查的记录如何的使用，也没有明确的规范；第三个，调查人若与被调查者之间有明确的、明显的利益冲突，被调查人并没有申请回避的机会啊。第四个，民进党党版第20条仅针对促转会的处分，如果有不服的话的救济，但于对调查当中，也就是处分还没做成，调查当中的程序当中受到调查者的这个人格上的骚扰，或者是资料的这个不正确的使用，并没有救济的机会啊。那么根据以上的这些担忧呢，我个人是建议说啊，这个民进党党团乃是目前这个包括我个人在内，由全体民众所附托的最高立法机关的这个最大党的党团啊。这个最大党的党团所提出的立法草案呢，请务必在立法草案上面做妥善的设计、妥善的规划，在文字上面能够有精确的定义，在于组织跟调查程序上面也能够有精确的定义。如果不能在还没有做精确的定义跟设计之前呢，请千万不要太为了求速与求快，以及求媒体的这个快速的报道呢，过度的这个快速的这个通过所谓的立法程序，以避免太阳花学运时代所反对的那种立法粗糙的问题。那以上是我个人的浅见，谢谢各位。好，谢谢廖益明院长。我们接下来补充介绍今天邀请的最后一位这个学者专家，刚才已经到场，我刚才都忘了补充介绍。是泰鼎法律事务所的叶庆元律师哦，
这个叶律师，等一下，这个您是最后一位发言哈，不好意思。好，我们再补充介绍到场的本会另外一位召集委员了。今天之后的这个公听会会由他来主持，就是林维洲委员了。好，我们接下来要请这个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叶宏林执行长发言，然后之后请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施义祥执行秘书，请准备。谢谢主席，各位在场的先进，还有可能媒体朋友，大家好。那很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里为大家报告，就是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过去几年来，就是说我们长期关心转移正义工作，然后对民进党团版的这个条例的一些意见了。那当然前阵子我们也已经透过投书来表达，所以我今天没有在附上来做会议资料。不过就是说听了刚刚陈清秀教授的发言，我有点后悔，就是说没有把那个文章拿来再做成会议资料一次哦。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今天是第二场公听会嘛，我礼拜一也在坐在这边听了三个小时。那坦白说，就是说对于转移正义，它本来就是涉及处理过去，就是说威权政体下的这种人权侵害的事件。那在民主化之后，它因为台湾过去的历史，我们有分裂的政治认同或阵营或意识形态，那本来这就会挑动敏感的神经，所以需要格外谨慎处理。那但是就是说，我就是从不管世界各国，或者说我们长期在台湾在推的转移正义的角度来讲，我们都希望说这是一个，它不是一个比方说绿营或本土认同的人才需要去做的工作。它其实在从各国经验来讲，它都是一个希望把整个社会尽量 inclusive 包含容纳进来一个集体反思的工作。所以礼拜一那个蔡宽裕前辈面对就是说有些发言的专家学者说这是报复是清算，他很生气在第二轮发言，然后出来说当年我们被迫害的时候这些人在哪里。那这其实是对我们整个社会，对整个共同体，我们到底怎么看待过去，对自己，你即使是旁观者，你觉得你从来跟那段经历无关，那是一个重新反省的过程哦。南非的 TRC 就是在这种广泛的全国公听会的召开过程之中，让过去很多中产阶级白人，他觉得我也没有参加人权侵害，我没有压迫过黑人，我就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小老百姓。但是在整个公听会这样全国巡回，然后报纸媒体的这个翻转整个对历史的认识的过程当中，这些白人他无法再去否认自己那个优渥的生活，自己在经济、在文化、在政治上的特权，其实是来自于对黑人族群整体的剥夺。所以这不是你个人有没有亲手去压迫或是告密的问题，它是一个可以把希望透过社会、透过转型正义这个民主的这个基础工程的，我们常常讲它基础工程，去重新去反省戒严到底对台湾社会是什么意义，那乱世用重点是什么意义？那像刚刚陈老师讲，就是说讲政权功过并存。那如果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一个 TRC， 那有一个把整个社会把我们这过去将近四十年的戒严统治的历史摊在这个阳光底下的话，我很难想象，就是说，很多人会说啊，五零年代那时候国共还在内战啊，所以蒋介石为了这个乱世用重点保卫宝岛自由台湾嘛，那所以有戒严有其必要。那你如何解释五五年哦，整个五零年代中期以前，五零年代中期韩战后来开始，美国巡防台湾海峡，蒋介石已经政权获得巩固，然后中共的地下党组织也已经几乎全岛都被歼灭的情况下，他继续的去维持了将近整个台湾将近四十年的戒严，在他的政权已经基本上他已经高度的控制镇压台湾的情况之下，你很难去解释说后面既然不是乱世，何必用重点？那再说到就是说这个乱世用重点，然后去讲他功过并存，那这个其实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倡议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些东西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讲，它是不可共量的。人的生命、人的自由、青春、尊严，好几代的台湾人失去的可能性的发展的机会，你把它跟台湾前烟角木，哇，这个成为这个经济发展现代化的推手来并存，然后说它功大于过，所以今天我们不应该做转型正义，或者说这个就是清算，就是报复。我非常难以想象会有人可以在郭阿姨，然后在张英觉前辈的面前，在这些失去了，就是说父母，然后兄长，哦，这个张总干事的那个家里有好几位受难者，我很难想象会有人在他们面前去说，就是为了观光，
为了蒋政权带来多少人才？请陈教授 Google 一下雷震、殷海光这些蒋介石带来的人才，蒋介石怎么对待他们？那这些人本来可以在台湾为我们的集体生活、为我们的政治生活、为我们的公共生活带来什么样的贡献？好几代的台湾人失去的可能性，居然是观光或者是什么？对，这种理由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会有人可以在受难者面前讲这种话。我今天其实本来觉得我们应该要认真的来讨论条例，然后不应该在就是说，反正第一场的一些很情绪化的那种发言，我觉得啊，大概就已经是那样。那今天很高兴听到几位专家学者，不管是赞成或反对，其实是可以进入条例哦，从调查权、从委员的任命本身来谈。但是很遗憾，就是说还是会出现这种非常奇怪的发言，所以我只好就是说，先浪费我的时间来做一个澄清哦，就是转型正义它不是一个政治清算，它也不是报复，只是因为它处理的对象可能过去就是说不同阵营的情感、利益、意识形态，所以它势必会挑动某些人的神经。但是我真的衷心的建议，就是说国民党团或者说反对的这个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应该去看一下《金周刊》今年三月、四月最新的民调，全台湾76%的人觉得转型正义做得不够。交叉分析里面有国民党认同的人66%认为不够，就是说认为台湾应该做转型正义。然后在年轻世代里面，偷偷来讲，20到29岁79.5%的人认为台湾要做转型正义，40到49岁84.6%的人觉得要做转型正义。那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衷心的建议，就是说国民党团的或其他反对的立委，其实应该要接下来利用委员会的机会，好好的就条文的内容，如果你们觉得这是撕裂族群，然后觉得可能过度追求真相不利和解，那就应该回到条例里面去设想什么机制、什么手段，在条文上怎么修正，来就是说做一个公共审议的有品质的讨论，而不是去拿一些就是说非常我觉得糟蹋受难者还有所有稍微有一点对现代民主或公共生活有一点想象的人的这个尊严或智慧的这个侮辱我们这个智慧的发言哦。好，那不好意思，占用了一点时间来回应前面的发言。那我进入那个条例本身哦。那条例的话，其实我们前阵子在我跟本会理事长黄成一教授在《苹果日报》已经有一篇投书。那我们当然就是说肯定民进党团，就是说为了落实蔡英文主席的政见，那非常积极有效率的提出这个草案哦。那但是就是说，对于从转型正义的角度来讲，从礼拜一到现在，也已经有好一些专家学者提出过对这个条文的一些疑虑哦。那包括第一个是说，他作为一个独立机关，但他却其实他的任务只限制，我们可以说他就是做一些立法法制的准备作业。那这个在手段跟目的这个比例上是不是恰当？那加上说，其实也很多人讲说，你两年他的准备其实两年，但是其实就是说，民进党重新执政，那整个名气可用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两年了。那你如果这两年还在准备，然后不去做一些实事，就是说真正去做一些事情的工作的话，那其实很可能会浪费两年的时间。台湾的政治情势变化很快，我们不晓得两年之后转型正义还会不会有这么高的正当性或民意支持度可以去做。那而且就是说，其次再说，就是说以这个条例目前它所规范的要去做的四个工作来讲，其实政治档案法我们也讲了，过去早就在上一届立法院有美女立委提案，那在这一届民进党团也一度把它当成优先法案来处理。那所以，可是目前在这个促转条例提出来之后，我们就比较少听到政治档案法目前的进度是怎么样。那所以如果说因为这个政治档案，因为促转条例这个框架立法，反而去延宕了某些早就有的，例如政治档案法，或者是现在其实也同步在处理的不当党产条例的话，那这有一点本末倒置哦，就是说，到底是为了等这个框架立法，所以既有的法案没有办法被如期的优先的通过，然后反而要来等民进党通过这个框架立法之后才来处理。那我们觉得这个可能会就是说，那个之前的宪兵事件也已经彰显出去收集征集然后集中研究档案的急迫性。那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促转条例它作为一个框架立法，它不应该去延宕既有法案的这个审议或是提出哦。那另外就是说，促转会它的功能在于对四个法案对四大工作提出法案。那如果拿掉政治档案法就是已经有的，然后不当党产又已经在审的话，那到底这一部法案这个促转会它剩下两个工作是不是过于单薄？那所以是不是应该反而是去在这个机会下
把这个促转条例或促转会实体化成一个比较接近国际标准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然后实际去从事调查和解，然后各地的抚慰工作。那作为一个 整合性的去主管这个 事务的机关，而不只是一个法治立法的准备单位，那我们觉得这个在效益上可能会比较符合效率这样。那然后最后是我一点点这个结论哦，就是说转移正义它其实即使是促转通过，然后这个真和会成立，那出版真相与和解的这个 final report 一个总结报告，它其实也不是转型正义的终结。图图主教在南非出版了五大册3500页之后说，这个只是开始。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不只是说让我们了解历史，而是让它最大的意义在于让过去的谎言，然后不再那么容易流传，让那些否认不再那么容易被相信。那这个是转型正义最大的意义。那希望就是说，立法院可以利用接下来的机会，好好的去审议这部重要的法案。谢谢。好，谢谢叶宏麟执行长。接下来请施义祥执行秘书啊，然后请叶庆元律师请准备。谢谢主席，然后各位先进，在场各位朋友以及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好，我今天代表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来就这个促转条例呢做一些发言。那在发言之前呢，我可能也要就我对于转型正义的这个议题的这个问题意识的一个背景做一个说明，就是。我其实是在屏东长大的一个小孩，但是我从小就对于屏东的地方的士绅，尤其是曾经曾任这个台湾新生报总经理的阮朝日先生，就是他在228事件中被强迫失踪，然后被国民党政府杀害的事情，从小到大我们是一无所知的。其实直到2003年2月26日，包括在场的这个动物大学的陈耀华老师，在动物大学举办了一场叫做“女性与台湾民主运动座谈会”。那这个会上就邀请了阮朝日先生的女儿阮美淑女士来诉说，她作为一个政治受难者的家属，她如何不断的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去追寻她父亲被迫害的真相，这些。追求真相的过程都被记录在阮美淑女士的两本著作，一本是《孤苦煎熬45年》，一本是《幽暗角落的气声》，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找来看。那这一次就是这场座谈会的一个经验呢，对我是非常的震撼，因为看完之后，听了阮美淑女士的经验之后，以及后来去重新的去认识台湾过去发生的很多事情，让我觉得就是有一种被欺骗感或被剥夺感，因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是被蒙蔽的，很多的真相其实都是不清楚的。那为什么一般人都不知道过去戒严时期或威权统政府到底犯下了什么样的人权侵害事件？是谁杀了阮朝日先生？他如何被杀害？杀害的过程是怎样？最后他的遗体在哪里？都没有人知道。然后为什么一个国家应该要出面来从事的一个追求恢复正义的这个工程，最后却是一个受害者家属自己独立的去进行？那其实这些问题是都跟今天我们公听会的问题非常的相关。那对于包括在场非常多的受害者家属，就是说这样子的条例的讨论一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进行讨论，其实是非常的晚，因为很多的很多当时候的一些相关的证人其实都在凋零当中。但无论如何，从另外角度来看，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在这个议题上好好的去讨论，开始有制度化跟立法工作的讨论，只要有起步其实都不嫌晚。那针对民进党提出的这个条例呢，我有几下以下的主点的说明。其实也第一点就是呼应早上龚维正教授其实有提到的，就是台湾在2009年通过了两公约施行法，所以在2013年根据施行法的国家报告的制度呢，我们进行了一次台湾两公约的彻底的总体检。那
审查完之后，联合国专家对台湾政府的建议在总结意见24、25分别提到了跟转型正义有关的议题，包括恢复被害者的社会与心理层面的复原，以及追求真相的这两个权利。但很遗憾的就是说，专家所建议的这两个重要的转型正义的议题，在这一次民进党的条例里面着力的不够，所以我以下有会提出来，就是到底哪里不够哈。第二点就是说，转型正义其实刚刚很多先进都提到，它就是在处理过去威权统治时期加害者利用控制国家资源与公权力的情况下去犯下大规模的人权侵害，所以在这样子的脉络底下，人权作为一个标准，其实应该作为这个条例的一个立法意志跟基础。其实刚刚前面几位先进，包括杨华老师、龚老师，还有洪林都有提到了，就是人权应该作为这个条例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建议呢，民进党的草案必须在条文中特别的把人权的价值跟标准把它特别的凸显出来。那并应检视这个条例本身以及促转会的相关的作为是否有符合两公约的相关的人权规范。那因为刚刚很多的这个反对条例的这个学者专家都有提到呢，很担心条例呢会变成另外一个威权或者是不受相关法治规范的这个机关呢的说法。其实我们会认为呢，唯有回到基本人权一个平等原则、不歧视的一个原则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底下，才有可能避免政治操弄的这个疑虑。而且特别强调，也唯有回到人权公约的这个标准，就是把所有人都涵盖进来，它不会区分一个人的性别、种族、肤色、年龄、阶级等等的这个因素呢。那么包括少数族群的这个关怀，所以这一波这个争议里面的原住民族也争取应该要包含在转型正义的呼声里面，唯有在人权的基础上，才是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可以把原住民的呼声纳进来，而民进党的草案跟立法院各委员也必须要正视呢这转型正义议题里面的人权的这个重要性。那第三点就是在条例的第四条，我们看到呢要处理这个政治档案，这个真相透过去处理政治档案来找到真相，当然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也建议呢，这个条例更应该要从一个联合国已经这几年来发展的一个了解真相的权利的这个角度来处理不管是档案，甚至我们可能也要把被害者、加害者，或者是混合身份，他可能同时是加害者或被害者，或者是受害者团体或者相关人权团体的这些证言，也把它放到一个了解真相权的一个脉络里面，这样子这个第四条可能才会比较完备。那其实了解真相权在联合国是一个近年来着力非常深，而且它几乎已经被肯定为是一个基本人权，而且这个基本人权它不会受到既有的比方说法律追溯期的限制或者是其他的限制。而作为一个基本人权，它就是只要过去的不义然后发生了，然后有些真相不明的，那受害者就有可以基于这个基本人权去追求相关的真相以及去追究相关的责任。那条例第四点，条例的第六条呢，也是一般处理转型正义的核心的问题。可是我们也会认为第六条琢磨的实在太少，而且就是他只是提出一个方向，但是很少看到一个具体。那我提出以下建议，也就是说，从很多国家处理转型正义的经验来看呢，虽然就是说是过去威权统治透过政治力来操控司法的情况下所发生的，可是我们认为转型正义不应该取代既有的司法制度，反而应该是透过处理转型正义来强化或恢复既有的司法制度跟法治的精神。也就是说，促转会呢应该要把重点放在呢去处理去找到过去的很多的档案，然后去搜集各种
过去大规模人权侵害的这些资料证言，然后最后呢，应该要将这些资料跟证言呢，提交给司法机构来进行追诉跟追究责任。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就是不会受到当处转会它的任务结束之后，我们就停止了转型正义的工程，反而应该是要结合既有的台湾已经在建立的这个司法制度，然后让这个既有的司法制度去处理所有的过去的这些大规模人权侵害的事情，这样子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式。所以当然我们也知道司法还在改革当中，但我们也不可能等到一个完全的一个完美的司法状态才去处理，反而应该要结合司法改革运动里面所包含的非常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原则等等的这个精神呢，来处理过去的这些案件。所以基于这一点呢，第五点我就会去强调呢，我们也应该，如果处转会真的能够立法通过了，应该好好去处理国安法第九条，它让过去的这些案件呢，基于国安法第九条而不得再审或上诉。我们其实应该要废掉这一条，然后呢，让过去的这些案件可以在既有的司法体系里面去进行。很抱歉，我时间的关系，那我下面很快的再把几点再很快的说明一下。第七条的部分呢，有提到有一些无法确认所有人的这些基金呢，要作为推动长照跟社福的政策所用。我会建议呢，其实更应该要优先的把这些无法确认的这些不当党产的这些后来转为基金的这些部分呢，优先作为受被害人在社会与心理层面的复原，然后其次才作为长照跟社福政策之用。那条例第八条有提到这个委员会的身份，那虽然只有提到一些限制，可是我们也认为应该要正面的去把一些相关的专家学者或者是受害者人权团体也把纳进来，作为这个处转条例委员的一些一些资格。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们更要去请问民进党版的这个条例呢。其实我们也很难看到一个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向在处理转型正义。到底受害者跟家属在这个条例里面，在这个处转运作过程中，到底占有什么样的角色，扮演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然后来处理呢？其实也是比较不清楚的。所以我们会认为，唯有把受害者家属跟受害者纳进这个处转会的运作当中，才有可能去正视到尊重受害者了解真相的这个权利。那最后就是呢，其实我们也应该要去尽速的通过联合国的被强迫失踪的公约跟禁止酷刑公约，因为这两个公约的精神其实就是完全的在配合这转型正义的议题。尤其被强迫失踪的公约呢，其实就是作为了解真相权这个基本人权的一个很坚实的一个基础。那联合国也渐渐的呢认为，不只是被强迫失踪的这样子的案件，包括酷刑，包括所有人权侵害的形态呢，受害者及其家属都应该要有了解真相的权利。很抱歉，最后我提到强调就是，转型正义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呢，它可能不仅仅只是受害者家属的一个了解真相的议题，而是这个社会每个人，甚至包括活在有经历过过去威权统治的这些人呢，他们可能没有受迫害，可是当一个国家运用他的资源在迫害这些受害者的时候，就形同那个状态的权力是真空的，那每一个人都会是都可能是潜在的一个受害者。所以在当代，我们就应该要正视过去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然后去纠错，去追究责任，也才有可能呢，我们可以避免再犯，也就是联合国所说的 Never Again 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很抱歉耽误大家时间，谢谢。好，谢谢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施义祥执行秘书。我们现在邀请最后一位这个发言的
代表，我们请泰鼎法律事务所叶庆元律师发言。主席、各位委员，还有行政部门的官员，还有与会的学者专家，还有旁听的民众，大家早安，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呢，到立法院来针对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草案来进行我的评论。好，那简单讲哈，因为其实这个议题从前前后讨论很多次啊，那么在其他的委员会也有针对不动党产的部分做讨论。那我想其实应该回过头来这样说，促进转型正义本来它是因为说一个国家从威权过渡到民主的这个阶段呢，回头重新检视国家在威权的时候呢，这个唯一的政党，好，这个主要的执政党对于民众，好，在野的群众，他去怎么样进行破坏，然后进行平反，进行追溯，进行补偿的一个过程。好，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基本上我想这个是朝野大家都会有共识的。那么但是在这个时候，好，在台湾早已民主化20年的之后，好，来谈这个议题，其实就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点时空错置的感觉。好，如果今天是国民党第一次这个下台的时候，好，如果这个在民进党首度执政的时候，我们谈这个议题，感觉起来会比较整个会时空上比较正确，就如同东西德统一之后，好，马上后来接下来对于东德的共产党，对于东德的政府进行清算，对柏林围墙曾经开枪过的士兵进行追溯，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个社会的平复平反，好，其实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弥补作用。但是在台湾早已民主化20年之后，好，当历史的伤痕其实早已平复的时候，我们如果现在去硬要做这个相关动作，其实感觉有点怪。好，那当然不是说啊，之前我们都把它掩盖过了，所以现在不要再去把它揭开。之前到底是不是掩盖？好，其实台湾从这个国会全面改选，从总统直接民选之后，从民国95年开始，好，我们陆陆续续就定了这个228事件的补偿、平反、好赔偿的条例，我们也定了白色恐怖时期啊、受害者的这个平反赔偿的条例。好，所以其实我们在所谓的要真相、要和解、要赔偿、要道歉这个部分，政府有没有在做？早就在做，一直持续在做。好，那做得够不够？我想也许是不够的。好，那其实我们看到。我是一个61年次生的小孩哦，那我在台北长大，对，我可能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小时候也许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好，但是我的父亲是外省的第二代吧，或许可以这样说，我的阿公就是台湾人呐、啊，我还记得我父亲告诉我说，我妈跟我讲说，我爸去提亲的时候被我阿公拿着扫把打出来啊，他说拿哇新郎那五扣零五后郎啊，好、哦。那可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历史的伤痛还存在吗？当我阿公70岁、80岁大寿的时候，好，在他的庆生宴上，当司仪的是谁？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用比我好的100倍的台语在当司仪。那个时候，我其实感受到的是，其实台湾真的还有族群的问题吗？反而事情过了10年、20年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反而族群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到底是问题早就解决了，还是被人不断的在揭开他的伤疤，或者不断的再去刺痛，造成问题的扩大？我觉得这反而是要去谈的事情。好，所以回到转型正义要谈的事情，平反、道歉、赔偿，其实事实上都做了。好，那么进一步来讲，我们在讲政治档案公开，我想大家其实印象应该非常深刻，就在这大概上个月吧，是民进党的立委在要求政府不能够进行公开相关的政治档案。为什么？其实早在这些年来，政府早就已经制定了政府资讯公开法，政府也制定了档案法，所有政府资讯的公开都可以去，政府资讯都可以去申请取得。如果政府拒绝，甚至还有行政救济的手段。好，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记得，在上一次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政府公开了受刑人相关的书信笔录，是谁出来抗议？是吕秀莲副总统。他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斗争，为什么？因为当政治犯被关押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可能会违反他的意愿，他去做出自白，可能咬出其他的同志来。我们无条件的全部去公开的时候，真正受害的人是谁？是当初那些现在早已垂垂老矣，或者早就已经作古的那些陷阱人员吗？还是实际上真正为台湾争取民主自由的这些前辈？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回过头来，当我们在谈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把这些东西包进来的时候，身为一个法律学者，我其实还是要看说，我希望了解的是需要性在哪里，到底现在的法治有什么问题，为什么现在的政府资讯公开法也好，档案法也好，没有办法去处理政府资讯公开相关政治档案公开的需要。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才有进一步再去在这个法案里面再去订定相关规则的必要。好，那我们再来谈谈看另外一个，其实也是转型促进转型正义里面很重要的议题，是党产充公，好，或者是附随组织的党的财产充公。其实这边我要提醒一个，时代力量的委员也好，民进党的委员也好，国民党委员其实也常常都在谈的，就是所谓的程序正义的问题。好，我们大家讲说程序要正义，资讯要公开。那么我们在谈附随组织的时候，说这些附随组织跟国民党，它的财产要全部，只要认定是不当党，推定不当党产，不当党产，然后就充公，或者是不能够移转。那么请问一下，这些可能被点名的附随组织有没有给予他们来到立法院公听会陈述意见的机会？我今天其实有看到一些可能是国民党的智库邀请来的学者专家，那些被点名的像妇联会呢，或者像救国团呢？他们有机会参与这个程序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吗？他们其实早就已经是跟国民党一点鬼关系都没有的组织，然后现在因为民党第二度要执政，就说对不起，我认为你就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所以你的财产我推定是不动党产，这样符合程序正义吗？好，那我们进一步往下去谈。好，就算是国民党好了，好，国民党跟东德的共产党最大的差别是，国民党是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合法存在的政党。好，当然，如果各位觉得国民党应该是一个邪恶的组织，应该要被消灭的话，中华民国的法治里面的确也有相关的规范，你可以去向透过宪法法庭去宣布解散这个组织啊。如果国民党被认定是非法的组织，是一个违宪的存在，他的财产当然要被充公嘛。但是在这个组织没有被认定是违法之前，他的财产权受到宪法第十五条的保障，如何能够透过一个立法的方式直接去推定他的财产都是不当取得，然后接下来就要把他充公，甚至禁止他移转？好，这个显然是会有违宪的问题。那么除了对国民党这个社团法人本身有限制之会有违宪的限制之余外，那么对于国民党的党员，其实我不止一次听到国民党的党员跟我说，我们都有缴党费啊，好，我们之前也有参与非常多的党务啊，我们也有捐款给党啊，那现在凭什么可以说这个是不动党产，接下来就去冻结？甚至国民党的党工他很多跟我说，哎，我们现在其实我们都还有像我们的退休金啊，你现在如果把它全部冻结，那我们的退休的权益怎么办？好，我想其实在处理一个合法的政党他的财产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这么粗糙的立法方式，它其实涉及到了不仅是政党的财产，社团法人的财产权，也涉及到党员的集会结社自由。而且其实郑荣宏前面几位先进已经讲过的，好，我想好，我们再回到宪法上行政跟立法的分权的基本精神，行政是针对具体个案去执行的权利，立法是针对一般抽象事项去制定规范的权利。如果今天立法权它实际上变成针对具体个案去立法，好，去要求对某一个政党做清算，这个是所谓的个案性立法，其实基本上就已经逾越了立法权的界限，所以它应该是属于违宪的立法。好，我想在座有非常多学法律的委员，我也不要再继续这个多说。好，那么其实我觉得在宪政上另外一个更危险的事情，我刚刚听到前面有几位先进说啊 ，never again， 好，我们不要再允许呢威权的再度产生。什么是威权？什么是那事实上，这个是不是当我们在允许一个国家的最大的政党去对于国家最大的反对党进行清算斗争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威权的再现？我们可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Never again。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促转会的组织哦，我其实真的要提醒啊，就是今天我们在谈说我们要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确保它的独立性。可是今天在这个草案里面有没有真的去确保它的独立性？除了单纯去讲说他应该要推出政党活动以外，他有没有像其他独立组织一样，好，透过严谨的提名程序等严谨的资格去确保他的中立超然性？其实是没有的。那他的权力是不是很大呢？其实这个促转会真让我想到哪一个会啊？就是台北市政府柯市府啊设的联委会。好，柯市府联委会最近做了多少荒谬的事情，我就不讲了哈。那但是这个促转会更可怕。为什么柯市府的联委会呢？其实只是去开会，然后请政风处去调查。这个联委会呢，对不起，这个促转会呢，可以直接指挥检警，好，指挥宪兵。这个民进党最反对说宪兵进行司法调查，去搜索、扣押等等等等。好，难道我们要允许一个现在去创设一个完全可能不中立的机关去做这件事吗？好，我其实还是要再提醒一下，这个关于国民党的党产，在2000年到2008年民进党执政的八年间，其实对于国民党可能取得的不当党产，早就进行过追偿的动作。
大概应该是这样说，相关的诉讼也早就终结了，不当取得党产早已归还国家。那现在再去定一个促转条例，要去对党产做清算、去充公，我其实有一个感觉啦，这是官司打不赢没关系，我来换法律、换规则、换裁判啊、换促转会，所以来确保一定打得赢嘛。我想这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常态。谢谢。好，谢谢叶庆元律师。我们接下来我要请问一下。这个我们的列席的机关单位有没有要发言？我们手上各位的手上会有几份哦，这个书面的报告啊，包括行政院，还有行政院的原住民族委员会、国发会、档案管理局、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那么这些书面说明我们都会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但是有没有要做说明、口头说明跟回应的？如果没有，我们就要开放第二轮的发言了。那么在各位进行第二轮发言之前呢，主席有一个这个个人的请求啊，请各位在发言之前呢，如果牵涉到这个法案的本身，请各位看过、认真看过条文之后啊，再来做评论了。好，这个。哪一位要发言就举手啊，举手就可以了。这个东吴大学哲学系陈瑶华教授是第一位。好，第二位是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学谢若兰教授。还有没有？如果没有，这个等一下在发言的这个过程里面，只要大家举手，我会照顺序啊，请各位上来发言。好，我们请。陈耀华教授第一位发言，时间六分钟。我对于刚才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叶律师是不是不在哈，我还有一些相关的发言，让我觉得非常的。还是觉得非常的那个 shock， 非常的惊讶哈，因为刚才我们一直提到说有很多的很具体的案子，然后我们认为说过去其实没有加害人，却一直有受害人，然后不知道那个加害是怎么发生的，可是一堆人失去家人、失去指甲、失去骨头、失去找不到家人的这个尸体，这些全部都是凭空发生的哈，这个令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那个就是没有办法能够接受。有一个画家陈武正先生呢，他只是去判了两年，基本上他只是在考卷上面写了一个他反对某一个政策，他就这样子被判两年。他现在即使他画作，他每次一画作到过去的事情，他必须画了几幅画之后，他必须要出去外面开着车子到处这样子去旅行，让自己心情平复下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在台湾发生？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发生的。他一直说要把真相能够解释清楚，然后我们其实这整个社会有权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亲戚他会突然产生这样子的一种症状，然后他会没有办法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为什么原住民会不知道他基本上为什么他会失去他的一个家园，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跟他一个生命有联系的一个土地在那边好好的立足。我觉得那个现在提的这些整个草案是说只是规划而已。刚才那个红玲就是真相和解那个委员会里面一直提到说，他们觉得其实只是在做规划，要做两年的时间。然后我们一直非常担心，有这么多的长辈，他们其实年事已高，他们没有机会说出在他们身上发生的细节，没有办法把他们的资料变成国家档案的一部分，他们所经历的部分社会从来没有看见。从来没有被我们社会知道他们所遭遇的一个伤痛在哪里，我们没有办法去分享他们的伤痛。刚才义翔一直提到说，当我们听到阮美淑，他们年轻人听到阮美淑他的家人被失踪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惊讶，他们才开始刚刚一点点去分享这样的伤痛，开始去想说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么多他不知道，他年轻人他竟然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会在台湾出现。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所以我觉得那个珍珠会的主张我非常同意哈。我觉得这个时间两年的时间，我觉得就只是在做规划，我觉得那个长辈他们等不及，
我觉得我们社会等不及，而且我觉得那个时日越是延长，我觉得那个要去真正去执行，真的去让受难者，让性别不同的族群他们的伤痛可以被看见这件事情，我觉得等不及。好，所以我非常如果不是那个红林的这个案子，就是说直接把它变成真相和解委员会，开始去把那个受难者、加害者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可以真的被公布。因为很多人都刚才我觉得非常好笑的是，只要说加害者要出来现身，就一定是坏的。阮炳书其实一直讲说，他就在他家，他在他伤痛的时候，就有人从外面，他是军人，就从外面丢了一个档案进来。所以有的人他可以去公布过去的真相的时候，他是非常正面的，他对台湾的民主是有贡献的。为什么大家这么害怕认为一揭露就一定是伤疤？这是很有问题，这显示说我们等于社会还有很大的禁忌在那里嘛，就是不能讲嘛，要大家把嘴巴住嘴，所以这个最大家最和乐最安全，是这样子吗？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要去思考。然后当把它揭露的时候，我们是有具体你做了什么行为。这个加害者不是按照把你的脸上写说你是加害者啊，是你到底具体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才去追究责任。所以责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是不等的。可能有些人要负很大的责任，可是有些人很可能没有责任。而且我们要学习，因为他的例子给我们发现，我们人是自由的。我们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即使我是行政部门的，即使我是警察体系，我是宪兵，可是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我可以对体制的不义说不，我可以对民进党的这个政策说不，我可以对于某一个要我去执行某一种伤害人权的事情，我可以说不。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台湾想要达到的。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我很想补充的那个是，我觉得在虽然我刚才提到说，我觉得那个委员不一定要直接任命，有可能有间接任命，因为其实我的目的不是说他基本上就是这些间接去公听会，去让大家去对这些委员去有检视。我的意义不只是这样子而已，而是我很希望社会可以更多了解那个处转这个规划的重要性，就是我们可以跟社会沟通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一件事情，然后让社会可以有更多的认同，更多的一个这个想法，可以真的去认识到台湾的一个过去，知道台湾人是什么意义。其实我作为台湾人，我作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作为一个跟原住民一起共处的这样的一个个人，我是从知道228开始的。他把我变成一个台湾，让我到德国去，我即使被称赞，我都不愿意放弃我作为台湾人的一个身份。那是因为我的过去，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我今天能够享受一个自由，我今天在这边讲话不会被捕，那是因为谁为这块土地付出了所有的代价。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谢若兰教授。好，那接下来就是台大的柯格中教授。好，就是谢若兰第二次发言。我想刚才的几位教授哈都曾经提到，就是说觉得把原住民族这个放在里面哈，虽然是很重要，但是必须要另外处理。那我必须要很严肃的再告诉各位一下哈，当我们把这个一般的公民权里面没有明确的定立原住民族为他一个应该有的主权地位的时候，的确我们常常是会被边缘化的。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把它放在这个促转条例里面。为什么这样子呢？举例来说，我们国家在推动性别主流化的过程之后，才开始去定义所有的委员会里面他的任意性别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如果没有这样子明定的话，我们会知道它没有一个改进的空间。那如果我们现在也可以用成是一个性别的这样子主流化的概念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想第一个要回归到的是刚才前面有提过，就是说我们的主权地位必须要放在里面。所以我必须要讲说，其实时代力量的版本里面所提到的赋予原住民族的地位，然后包括恢复的是一个族群历史，是相当重要的。第二件事情是，大家提到的例子很多都是在谈德国，很多谈南非。的确这些国家是对于所谓的威权时代它的政党加害所造成的，但是很显然大家都不太清楚其他的世界国家怎么样来做一个处置政权接收了
他的移民统治的方式来造成原住民族长期历史的迫害，包括加拿大、包括纽西兰、包括美国。举最近的两个例子，奥巴马总统他才在不久前说，的确我们要归还联邦的土地给原住民，因为我们当初的掠夺实在太多了，这并不是不能做的事情。再来就是加拿大的政府最近的高等法院才判决，在过去的殖民的历史脉络当中，他剥取了这些原住民族原本的身份，包括通婚的法国裔跟这个原住民族通婚的这个 Métis， 还有一些是没有身份的，他也是在最近判决给回复的。这些都是经过长久累积下来的，所以这个促转条例看起来是还蛮长久的。我必须要说，我们必须把原住民族放在这里面，避免原住民族再次被边缘化。但是同时，因为原住民族他有他的绝对权力性，所以我建议他要有另外一个调查委员会，不管他是设在什么层级之下，因为这个历史脉络是超过400年的，这是必须要有非常专业性的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举例来说，加拿大的皇家委员会，他在1990年代是因为一件政府的 BOT 的案子，引起了原住民的集体的反抗之后，成立的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这个皇家调查委员会花了5年的时间，只做了调查，他跑进了原本所有加拿大的土地，包括阿拉斯加等等这些北极圈的地方，他才去肯认，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但是写完了这个报告之后，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但是也因此让我们更知道，在整个历史脉络当中，加速给所有原住民的长期的迫害。所以我如果要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当我们现在会谈说蒋介石的铜像要把它拉回属于它原本的地方，不管是放成一个公园也好，或者放在其他的地方，但是请问大家怎么对待郑成功的铜像？在台南，在火车站前面立一个高高大大的郑成功的铜像，郑成功代表的是什么？也许是汉人的开疆辟土、筚路蓝缕，但是你们的开疆辟土跟筚路蓝缕是剥夺了谁的土地，造成了谁的伤害？为什么不管是民进党，我们其他的人，为什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可以让他处置泰然呢？这并不是转型正义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说，我们现在的促转条例里面应该要结合我们时代力量的版本，将原住民族的主权地位放在里面，一起去做整体式的考量，避免原住民族被边缘化。再来，我们必须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权益的机关，我们针对原住民族400年来再进行另外的详细的调查。谢谢。好，谢谢。我们来补充介绍这个在场的本会的委员哦，蔡益宇委员，还有本院的这个林长卓这个委员哦。好，我们接下来请台大法律系的柯格中教授。那么柯教授之后还有哪一位要发言吗？好，没关系，柯教授请先发言。谢谢主席，还有今天各位与会的先进哦。那个我想刚刚在第一个阶段的简单的发言，我大概特别去强调，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国家，我们需要去推动那个促转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那当然，其实我想我们当然也不管是今天赞成要不要去推动这样子的一个草案，当然与会的学者专家也有一些关系到说这个是不是涉及到这个政治报复的。我想这个地方我暂时不去讨论这个问题。我想这个刚刚前面几位先进也有提到哈。那另外就是原住民族的这个部分，刚刚因为也有简单的去说到关于原住民族所说到的不义的事情，我想这个当然一定他也必须要去做处理。我刚刚特别需要去强调是说，因为每一个法条它有它规范的目的，也就是说它能承载的那个范围是有限的。就换言之，当一个人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特别是在刚刚前面几位也有提到，我想
基本权的保障，好，对于一个国家存在的目的，对所有相关人，不管是今天你是什么时间来到台湾，或者是你本来就是在台湾的人，我想这个是这个整部我们的宪法的最基本的价值，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每一个法条规范，它本身有它能够承载的范围，所以我想日后也许我们还有必要再针对，特别是针对原住民族的转型争议，或者是它的条例，或者是权利的回复，必须要去另外特别去做，因为这里面也涉及到的非常复杂的关于被害人的认定、被害的范围啊，以及加害的形式是怎么去做成的，因为这件事情恐怕不能够简单的在这里面，我刚刚其实一边在看着时代力量党团他们所提出的，刚刚其实特别针对是国民党的那个党团所提到的，我只是觉得时空有点错乱。那另外就是时代力量提出来，就关于台湾数百年来这个应该是讲，就是说这些外来的移民对原住民族所造成的这些伤害，我想这个特别需要再另外去加以讨论，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现在想要谈一个问题是关于到底框架立法，就是促转条例作为一种框架立法，好，或者是哪些作用法应该被先行的？我想要谈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没有真相哈，是谈不上和解的。简单来讲，就是如果我有一个被害人的，不管我是自己本身被害，或是我的家属被害哦，你没有告诉我说他今天是为了什么被害，其实坦白说哈。我没有办法理解一个，就是说一个犯罪行为哈，你不告诉我加害人，只会跟我讲一件事情，说啊，反正你被害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你，所以我给你钱，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没有这一种的所谓的正义啦，全世界没有人这样谈正义的，你至少要告诉我一件事情，说今天到底为什么他要被害？其实整个被害过程，我们可以讲，在这整个过程当中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检举者是谁？谁在做侦审的工作？然后，当然，这侦审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必须是公开的了哈。可是，我们还想要了解的是，他这个之后，他又什么样子的？甚至是徒刑都已经执行完毕了以后，他是不是又是受到秘密监视？因为特别是在戒严时期里面，他这整个的过程，所以我必须要去谈一件事情，就是说，没有真相，其实我们谈不上和解。那真相怎么来？其实我们必须要去谈的就是说，个别作用法有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件事情？我个人的看法，我并不认为现在目前我们在立法院里面寄存的几个作用法，它有办法去做这个。刚刚其实谈到一个是不当财产的处理条例哈，为什么？因为它针对性太强啊。另外第二个就是说我必须要去讲，比如说以政治档案法这个部分哦，因为档案的这个东西里面哦，本来它就区分有很多种不同类型哈。那这种东西是我自己很仔细去看我们促转条例的内容哈。其实可能各位误会的一件事情是，促转的这个委员会它到底要做什么工作？其实所谓的规划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它必须要对现有的立法去做出修正。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国安法的条文要不要做修正？你要做修正，因为你如果司法的不法在国安法案里面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角落，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追溯。然后前面有几位先进去讲一件事情，民进党在第一次执政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做，不要忘记了，行政命令不能抵触法律，你今天没有一个法律规范作为你的前提基础的时候，你凭什么抵触国安法的相关规范，以及其他的相关，以及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个促转条例它本身想要去做的是，将来可能涉及到的，特别是寄存的法律的修改，还有如果他需要去提出一个新的法案，他当然可以参考现在已经既有的一些作用法的规范，来当作他一个考量上的一个基础，并且在广征民意的基础前提底下里面，去提出一个比较适合而能兼顾各方的。我个人衷心的相信哦，被害者的声音在这个保全证据并且被做成报告的过程当中里面，他不会被忽略。你的被害，这个是事实，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确认的事实，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促转委员会将来，特别是在证据保全上，如果你不做到证据保全，你怎么知道自己被害的一个过程？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立法上的一个重要性存在，所以今天促转会，我姑不论他今天跟这个机关组织法或者是这个行政院组织法这个相关部分，因为这个部分另外要去谈他的问题，稍微复杂一点。我现在主要是说，如果没有保全的话，今天其实什么事情你都做不上。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个人也认为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法律去支撑这样一个
整个推动转型正义的架构能够被顺利的推行，否则我们谈太多，谈再多的保障人员，其实最后面都是空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我的亲人过去是被谁检举、被谁监视、被谁去做了违法的这些违反法治国基本上的各项的原则的行为。这个是我想做进一步的补充说明，谢谢。好，谢谢柯教授。那请问还有没有？好，我们请这个龚教授，好，华范大学哲学系龚维正教授，六分钟，谢谢。主席，大家好，那这就我在这边就稍微呼应一下刚才柯教授的说法哈，就是说那个刚才有那个叶律师讲到说，好像转型正义的时机啊，通常都是在政权刚刚转换的时候来做啊。那我对这样的说法我是不同意的哈，因为其实转型正义其实政府一直做的不够啊，这个在前一场公听会我们也都听得出来，从这边有刚才的发言也可以听得出来哈，就加害者我们都不知道是谁，那你怎么说你转型正义做完了？居然没有做完，当然要继续做哈。那其实，在其他的国家，因为刚刚叶律师也提到德国哈，那其实德国做转型正义一直到80、90年代都一直在做哎。那他二战结束以后，你说他开始做了以后，那他们难道不能够做到现在吗？当然是可以哈，因为转型正义那个工程是非常大的哈。那很多档案的公开，到最后你还要让人民能够去检索，能够去查得到说，当时你的前一代或者前两代。好，当时在做什么事情？德国做到这样的细的地步，把那个档案都可以让他可以去查到这个。你可以查你的祖先当时到底在做什么？他是在情治单位里面，他是一个扫地倒查的，还是他在写公文，还是他积极的在拟黑名单？这都可以查得到。应该要做到这样。那当然，那个时间会拉很长，但这个没有什么时机的那个问题哈。就是有发生不正义，大家就是寻求一个正义哈，是这样理解的哈。这是第一点哈。那第二点，叶律师又提到说，这个是一个清算斗争哈。我只简单讲哈，就是说，如果一个杀人者他被追捕被抓到了，或者他被追捕，他能够向媒体去说，你们追我是清算斗争吗？一个杀人者他被追捕。然后他可以跟媒体去发言说，你们追捕我是清算斗争，他可以这样讲吗？啊，大家自己就想一下，说这中间逻辑就很奇怪哈。那第三点就是说，前面有陈清秀教授就提到说，那个我们对于加害者好像应该功过应该要好好的衡量一下哈。那我对这样的说法我也不同意哈。那很简单，我就问说，一个教授如果他发表了很多论文，那他很有功，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折抵他的罪呢？意思是说，他可以杀死一只猫，还是他可以打一个人，还是他可以杀一个人？啊，或者说有一个总统他很有功，那功劳我们是可以就怎么算呢？是说他可以杀一个人，还是杀十个人，还是他可以杀100,000人，还是他可以杀100,000人？我们要不要这样想？如果这个真的是一个刑法上的那个，我倒很想知道说刑法上有哪一条说我们对一个加害者先看看他有哪些功劳，我们开始列表，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说，哎，这个他可以减多少罪啊？他10年可以减到零，还是他杀了人就没有不用负责，还是怎么样？我完全不能明白哈，这个在法学上法理上怎么样站得住脚，来一个功过相抵，我完全不能明白哈。好，那当然从跟这个议题相关的就是说那个有罪不罚的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在想功过相抵，那不是要让有罪不罚吗？ impunity 我不太清楚说这个在法律上怎么站得住脚，怎么可能是站得住脚啊？那我的发言到这，谢谢。好，谢谢。请问还有哪一位？好，是叶宏林执行长。谢谢主席，各位好，我很快补充几点，刚刚没有就是回应那个，虽然叶律师已经先离开哦。那首先提到那个处理转移正义的时间的部分，其实
在国际上很多案例嘛，西班牙1975年 Franco 死掉，2007年底才通过历史记忆法做大规模的去处理威权象征或调查 Franco 罪行的转型正义的工作，哦，那已经相隔30几年。然后巴西1985年军政府下台，开始民主化。那要现在这个女总统 Rousseff 上台之后，2011年才成立 TRC 去大规模的调查过去军政府期间的人权侵害，所以在各种国际经验上或是实证的研究上，都已经不再把就是说转型初期才可以做转型正义这个命题已经被挑战，那个时间的那个因素，哦，那甚至包括说最新的一个研究，2015年出版，那针对东欧各个国家，他25年来处理转型正义的经验，那个实证研究是发现说，其实转型过了一段时间，民主化过一段时间，十几年之后处理，那个效益最高，因为时空条件已经改变，可能本来保守的，然后还掌握军政大权的这种保守派，已经慢慢的经过世代交替，所以不马上处理，而是就经过政党轮经过民主化之后一段时间再来处理，反而整体来说效果会更好。所以那个时间的命题早就是说已经过去我们对转型正义的想象，其实已经随着各个实证研究的发现而有改变。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跟上这样子的这种研究的成果，那重新去思考台湾现在的条件适合怎么做。那第二个是关于叶律师提到说档案的开放，那过去在民进党期间对包括吕秀莲副总统或是施明德先生抗议的问题哦，那所以在我们民间版本的这个政治档案法当中，我们也并不是主张毫无限制的全面公开档案对大众揭露，而是主张说在如何衡平的考量公众利益还有个人隐私的保障之下，那由法制化根据比方申请者的身份类别来决定那个档案遮掩或你讲公开的程度哦，那所以这个方面应该是可以是参考德国的这个比较完整的保障哦，那所以说应该也不会出现叶律师担忧的那个状况哦。那最后是针对那个促转条例，因为不管是民党版本或是实力，好像都对那个委员会的组成有一点，就是我有一点点小的建议，就是说，虽然这个不是一般定义的 TRC 哦，但是民进党版本是说那个政党单一政党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对，那时代力量也有对政党的人数的那个比例做一个限制哦，那可是我们看各国去看他 TRC 的组成，或者是联合国对转型正义的手册，或者是 ICT 那个国际转型正义中心的手册，很少几乎没有人会在委员会的组成提出政党比例，因为它本来就应该是一个超越政党超然的一个，就是说整个公民社会对历史的集体的反省，所以这种政党成员的这个限制的这个条文，是不是几个党团可以再做一点思考，是我觉得未来进入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注意的，谢谢。好，谢谢叶宏麟。那还有哪一位要发言？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现在要开放现场的委员哦。那现场委员哪一位要发言？林昌卓委员之外，还有没有哪一位？顾立雄委员。那我们请这个，我们照到场的先后了哈。我们请第一位顾立雄委员，然后林昌卓委员。那请这个林委员，林委员第一位，然后顾委员第二位，还有没有其他的要发言？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这两位发言哈。时间一样是6分钟，好，谢谢。感谢主席。那各位与会的朋友哈，我在这边先回应一下刚才柯教授提到的部分。我想今天既然我们这一步是那个框架的立法，我还是建议要尽量那个框架就要完整，那不要挂一漏万。我当然知道说不管原住民族的部分，或是各个其他族群的这个语言跟文化的灭失，那或是其他每一个不一样的政权统治之下发生的问题，它都会有不一样细致跟程度的处理。但是毕竟框架立法我们不会处理到那么细的地方，框架立法主要是要去定义到底台湾的族群以及个人曾经受到怎么样不公不义的对待。我是建议要完整。那至于在细部的部分，到时候订执法的部分，这个原住民族的部分啊，其他的部分要订哪些法律，应该是这个框架有了以后，然后我们有不一样的下设的委员会，例如说刚刚谢若兰教授讲的，原住民族的部分有一个专门的这个部门，然后其他的每一块都有部门，他们去做研究跟调查，然后建议未来的行政跟立法的这个处理，因为
我一直认为啦，这个台湾的习惯是，如果把原住民族的说事后再来处理哈，那个事后你看原基法从颁布到现在落实的百分比来讲，我是认为说事后通常就是没有了，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我们现在在谈转型正义的时候，不把相关的部分都放进去，那在这边我要再提醒另外一个，我在这边分享一个故事，我想有很多人应该在这个过去前年应该有看到，就是前年在万年大楼有一位将近九十岁的阿嬷，她在万年大楼下面发传单，一张一张的传单是说这个模型出清，飞机的模型出机，九十岁的，这是她的老伴过世了，她老伴本来在万年大楼里面卖飞机模型。你可能会觉得一个九十几岁的阿公怎么会喜欢卖飞机的模型呢？然后大部分的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那边卖飞机的模型，而这位阿嬷他也不太了解这些飞机，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卖，他只能发传单，他也不会上网。那造成所有的模型的这喜欢的人知道这消息，就赶快去跟他抢购，然后也才挖掘出来他先生这个许伦敦先生，他曾经是日本加藤准战队参加二战的时候，那击落过盟军的这个战机，那但是他自从战后，因为认同跟历史的错乱，他都不再谈这件事。他一辈子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过去曾经被认为是光荣的事情。那他只能到最后老了退休以后，在万年大楼卖飞机，但是他也不再去讲这件事。那等他过世了以后，连他太太也不知道这些飞机要怎么卖。一个九十岁的人在万年大楼用发传单的方法。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一位老先生，然后还有在2008年5月20号，一样是总统就职日的时候，有一位许昭荣先生，他这个自焚来抗议，他自杀抗议台湾人对于二战的时候台籍老兵的这一个事情，没有一次清楚的这一个检视跟反省。那他一直在推动这个相关的工作，这跟我们刚刚讲白色恐怖跟228的受难者一样，他们正在凋零，而他们的故事就跟许伦敦先生一样，他不断的被自己掩埋，他的家人也不了解他，连他的太太也不太了解他，他就这样子一个一个凋零。我们要看到这么多的家庭，当年台湾为了日本上战场 的人有20万人，那这20万人有多少，有上百万的家庭，他们对于他的先人当初去上战场的因素跟故事不讲，很多人是说他们去南洋做行李。那这样的故事我们不重新反省，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我说的反省不是说台湾人当过日本兵好骄傲，不是这样。台湾人当日本兵有很多的原因，国民党只告诉我们是被害的，被强迫的，然后如果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件事，就说你是皇民。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跟台湾一样尴尬，奥地利，他当初到底是德国的帮凶，还是德国的被害者？奥地利在1991年的时候，他第一次他们的总统承认，他反省历史，他说曾经有一些奥地利的人是纳粹帮凶，但是他们用当作纳粹的受害者打扮自己，到1991年。不能再这样下去。在东京的国际审判的时候的战犯，台湾人有173人，比韩国人还要多。当初有一些日本的老兵说，在战场上面，台籍老兵某一些人，他们比日本人还残暴。台湾人当日本兵是有很复杂的故事的，有一些人是为了保护台湾的家园，有一些人他已经完全进入军国主义的思想，有一些人真的是被迫的。那这些故事我们不好好的去反省，一味的接受国民党的一种讲法，或是要不然就是皇民，这样子对这些人公平吗？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时代力量希望能够更全盘的来提转型正义这件事情，包括奥地利在反省他们自己二战的那一段历史的时候，也是用到了这一个名词。我相信转型正义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讲，我们的历史非常复杂又纠结，那我们要面对的真相，面对我们的前人做过哪些事情，要有很深刻的勇气来去面对，绝对不是说时间已经过了我们不需要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一个
新国会跟新政府的这个任期的时候，我们要拥有跟过去不一样的勇气。而再一次讲，这些台籍老兵也正在凋零，他平均比白色恐怖的这一群老先生老太太们可能还老了20岁以上。谢谢。谢谢林长卓委员，我们接下来请顾立雄委员。首先，刚刚陈耀华教授或者是叶永林提到的有关促转会他们的任务啊，到底应该要怎么来做？以及这一个委员会的如何能够来被任命，我是希望是不是能够再提出一个更具体的一个建议啦，也就是说促转委员会或者是真相调查和解委员会他们的成立之后应该承载什么样的任务，那以及说他在之前要如何被认为是一个超然公正的一个委员会，这件事情我觉得立法院必须要再听到各位更具体的一个意见，所以我是建议就是说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在会后提出一个更具体的一些条文上面的一个想法供大家来思考。那促转委员会它到底承载的任务要多大，特别是原住民的这一块要不要纳进来？那我也觉得这一件事情是可以来思考，是可以来思考。但确实也面临的，刚刚柯教授讲的，就是说每一个每一个法案，它都有它的一个立法的目的跟立法的上面的一个任务。那么将原住民的部分到底是要纳进促转委员会来，还是他要单独立法？我觉得原住民相关对这个部分有研究的人，应该可能也要再进一步的去整合。就我的了解，其实有不同的意见。那也许我们下一次再有办第三跟第四场的公听会的时候，该再听听各位的意见哦。那如果说要纳进来，那他主要要完成的事项哦，到底包括哪些？那么跟原来的设计跟促转，现在促转委员会的原来的设计，确实当时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原住民的朋友可能是不是再进一步给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建议的方向？那其实我今天本来不想讲话，那因为刚刚听到陈金秋教授跟这一个叶庆元律师讲了以后，也是有感了哈。因为我那一天也去参加那个谎言迷宫台北律师公会放映的，那我也去讲了一下映后座谈，所以我是非常的建议这两位应该去看一下谎言迷宫的所讲到的这一个德国法兰克福大审判的这件事情，那么也是在20年之后啊，来去针对这个当时发生在波兰的这个犹太集中营造成的惨绝人寰的这个事件所提出来一个深刻反省的一部电影。那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最让我们值得去思考的就是说，当这一位年轻的检察官，他1930年后出生的，他事实上不可能去参与这一个犹太集中营的这个任何的这个事项。可他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最后真正的去面对到了一个状况，就是他发觉其实他的父亲也是一个纳粹党人，他女朋友的父亲其实也在这一个战争当中呢，他始终怀着一个内疚的心情而每日酗酒，他甚至最好的记者朋友也在这个犹太集中营待过。所以他这一部电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没有人可以从这个体制中自认是完全清白的，我们一定要诚实的面对过去，我们一定要诚实面对过去。我对陈新秀教授跟叶庆元律师的讲话感到最没有办法忍受的，就是说他们到了今天，他们还在空言说过去这一段的历史已经被我们面对了。像这样子的一个谎言存在在这样两位的所谓的专家学者口中，我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我也始终相信我们一定要诚实的面对过去，我们这个国家才能够走向未来。
那所有我们在场的这些参与这一次公听会的人，我想真正最重要的目的都是我们在寄望过去的历史，不管它是好是坏，都要完全的被记录下来。我们也相信我们只有诚实的面对过去，就像我那一次在应后座谈讲的，我们才能够得到救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不会再犯。而对于刚刚叶庆元律师跟陈秀教授两位的一个说法，而由国民党指派来代表所谓的专家学者，竟然产生这样的一个言论，那正是代表着那一天在促转条例在第一次互委审查交到这个会议上来，国民党集体的来杯葛，但是却又有部分的国民党，包括许益仁委员，站在这个答询台，却又赞成才所谓的东西德模式，让我感受到了这种所谓的荒谬无比的一种状况。国民党真的只有诚实的面对过去，诚实的面对他所作所为的过去，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救赎，才能够真正得到重生啊！在这一点，我奉劝任所有的国民党的人，真的应该要想清楚哈。那以后我们还会进入到逐条审查，我们也可以想象会面临国民党的一个杯葛，但我认为国民党越杯葛，他就越走向灭亡，这是我可以预见的。好，谢谢。好，谢谢顾立雄委员。我们最后一位请尤美女委员发言哦，时间六分钟。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跟专家学者，那今天是我们对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这个第二场的公听会。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能够聆听到呢，像陈耀华、龚雍正，还有这个叶红林哈，然后呢施义祥等等，他们的这个就说对于这转型正义，那非常清楚的去描述。那当然呢，我们也听到这就是白色恐怖年代的这些的受害者的家属，那他们呢所受到的这些的困境，那这些的痛苦，那所以呢，转型正义其实真的就说已经拖了这么久，现在呢是时机，是应该要去面对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也非常遗憾的看到呢，就是这些国民党或是国民党所邀请的这些专家学者，那不断的对号入座，然后呢，不断的去用各种方式呢来扭曲那跟阻挡。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对这促进转型正义呢，它可能不只是我们这个法律的修改，它其实可能更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教育，让社会呢大家共同去了解到说，为什么需要有转型的正义，那转型的正义的内涵是什么，而不是呢像说我们经常会就即使是国会的殿堂，但是呢就说就是会有经常会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扭曲的这个事实，或是把这样的一个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个内涵呢不断的去把它扭曲，那造成社会呢就是又是是非不明，那大家又觉得说这又是另外一个所谓的清算斗争的一个法律。所以呢其实是有必要去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呢，所谓的转型正义到底是什么。那也只有大家全民社会呢大家开始共同去面对，那诚如刚刚顾律师所讲的，在这个所谓的谎言迷宫里面一样，就当你面对这样去面对这转型正义的时候，所有的人大家都是反对的，然后呢就会去讲了一大堆的这种所谓的嘲讽的话等等。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只有非常坚定的意志，就是我们要全民大家共同去面对。那何况呢现在其实包括联合国也都把这所谓的转型正义的它的内涵也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好，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威权的时代从度就转型到这个民主的时代的时候，那在威权的时代里面所造成的这种的政治的这种压迫，那造成的社会的分裂，那今天怎么样全民共同来反省。所以在这里呢，当然我这也很赞同，就是原住民呢这里所提到的说，那在这过程里面，那对原住民主的这些的受害，那是不是也应该在转型正义里面来把它放进来。
那我觉得说那是有必要的，那只是说那个部分要怎么样去处理，因为这个部分就是说可能又会牵涉到我们在转型争议，好，这个所谓的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部分呢，我想就变成说当我们在处理这个所谓的框架立法，那这个框架到底要框架哪几个年代，或是哪几个这所谓的威权到底是要到从这个所谓的国民政府到台湾来的这个威权，还是要回复到从我们的祖先到台湾来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必须要有更多的这些的厘清，那这样的部分我们才有可能去把这样的一个法律呢去把它界定。那当然另外一个情况可能是说，好，这是一个框架的立法，那针对不同的部分我们另外有个别的法律呢，那这个部个别的去处理，那这也是另外一种考量。那这个部分呢，我想可能另外两场公听会我们希望说有更多的专家学者也能够针对这些，就是说对于促进转型争议，那这所谓的转型争议它的这个范围，那以及呢它所要处理的这些的这个所谓的威权时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年代跟范围到底有多广，那以及呢它所要涵盖的这些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可能更必须要把它更厘清，否则的话当我们进入到主条的时候这个部分是会有一些困难的。嘿，好，谢谢。好，谢谢，今天谢谢各位这个列席的学者专家，那么提供的宝贵的意见哦。那么我们其实从第一次公听会到这次公听会，我们其实坦白讲谈了很多问题啊。那这些问题其实我觉得这是对于这个条例跟这个未来的这个机关啊的定位的设定，譬如说最常被提到的原住民的权益的问题，那到底原住民的权益的问题要不要放在这个条例里面，或者是这个机关里面？我觉得可以讨论，但是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的，我自己的立场，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的是这个机关的能量。那么如果我们把所谓的这个转型正义，并不是除了转型正义之外，社会就没有不公不义啊。哦，那我们又要把它全部放在这边，那这边看从这个条例的草案看得出来，它其实是把叫做威权时期啊，我坦白讲我自己曾经想象过，如果不叫威权时期要怎么去界定这段时间，你如果说是戒严是1949年5月才开始，然后解严之后难道就没有在政治上的这个威权吗？那你如果叫做动员戡乱时期，动员戡乱时期是1948年5月才开始。那在这1949年、1948年之前呢，在台湾发生的包括228事件，如果你用戒严或用威权或动员戡乱时期，这个就不被包括在里面了。除了今天这两次公听会所讨论的之外，另外还有在金门马祖的战地政务时期所遇到的问题。那战地政务开始的更晚，结束的更晚。那你怎么处理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复杂必须要去处理的问题，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们要不要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通通放在这一个转型正义的处理机制里面，这应该被理性的来去做讨论，我认为它是有利有弊。那我们要不要只急着看到现在有一个机制，我赶快把我所有希望放了通通放进去，或者我们应该要另外赶快去产生另外一个处理譬如说原住民的权益的这个机制。我所知道顾立雄这个委员有在协助啊，要在起草一部啊关于这个恢复原住民的权利啊的这个法案。那但是我们如果跟原住民的朋友去谈说我以后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法案，那一定没有办法让大家接受嘛，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让大家看到说我同时会有什么样的机制来去做处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然我也知道说在本会还有其他的这个法案在那边待审，包括刚才叶宏宁提到的这个政治档案法，但是同样的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审议的能量，那个政治档案法并不比这个更这个容易通过。假设我们开一次两次会就让它通过了，
当然可以，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它会那么容易吗？所以就我们来说，我们希望有一个框架立法的原因是在于说，第一个，它有几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它扮演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大家所提到的，它是对于一个社会对话跟教育的功能。第二个我觉得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在于保全，就保全政治档案跟保全有可能被移转的这个不当党产。在你这个框架，在框架之下的其他的这个立法还没有完成之前，它必须要先有透过立法去保全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存在。否则的话，我们也都知道在立法院的现在的一个状况，即便本党占过半的多数，但是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只凭着多数就不让这个讨论的机制可以充分，不让大家把话都讲清讲出来，即便各自听到对方的发言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我担任主席最痛苦就是我有很多没有办法讲心里的话了，所以那即便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保障少数的声音能够被充分的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民主的机制。那最后我必须要提到一点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把被剥夺生命、剥夺财产、被剥夺自由、人身自由的这个过程，不管是被刑求、被迫害的这个叫做被害者，但是就我的感受，我觉得那个时代的所有的在这个社会里面被威胁的人，通通都是被害者。当在那个时代，当你讲了一句话，你要赶快看一下身边有没有人听到的那样的气氛。当你的心灵、当你的思想、当你的表达的自由，是让你自己都必须去检验自己，在你把话讲出来之前，你要先想到说，我讲这个话，我会不会被关？我会不会被检举？那个在那个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被害者。我最后讲一个故事那个被害的那个阴影到现在并没有结束。我在1994年第一次担任公职、当选市议员的时候，我去看了我一个长辈。那个长辈那个时候70岁了，他是福建人，他是闽南人，他是1949年到台湾的闽南人。他在电力公司工作，然后他在电力公司工作的时候他有一个闽南那个同乡到台北出差的时候就会住到他家里面。后来这个同乡呢被抓了，因为他曾经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参加过读书会，然后呢他被抓就是他是这个通匪，然后被刑求说你在台北的联络人是谁，他讲不出来。那他后来人家就问他说，那你在台北来都找谁，他就说我在找陈某某。所以这个陈某某这个我要叫他舅公的这位陈某某就被抓去刑求，然后被关了一段时间放出来。那我在20几年前1994年当了市议员之后，我去看他，那我这个舅公就跟我讲，他就抓住我说政治真可怕，政治真可怕。过了20几年，他现在已经90几岁了。我前两年再去看他的时候，他头脑已经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还是跟我讲一句话，说政治真可怕。我要讲的是说，这个对人的阴影它不会消失，那也并不是在那段时间被剥夺人身自由、被没收财产的人才是被害，那个也不是一个族群加害其他族群，那是一群人加害所有的族群，在那段时间的整个社会的受害。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方式，我们要做到让真相公布真相，我们要做到除垢，我们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大家才能够让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得以彰显。那也是这个框架立法之下的这个机关，他要带领这个社会共同去讨论，那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这个有这个过程才能够确保未来不会再发生。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各位能够这样的热烈的参与讨论。那么今天各位的发言都会列在立法院的公报里面，我跟各位保证，在我们审查这个法案的过程里面，会
把各位的意见都放进去。谢谢各位，谢谢。好，散会。